我们下午继续开会，继续询谈。那再来，我们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我们请吴其勉委员。主席好，一位的官员我请我们客委会李主委。委员你好。主委好。主委是。针对哈，我们客属会哈，因为咱的客属会，我相信讲520了后，主委你来接任，你嘛做用心要来甲推动。但是本身伫只了解，真侪咱的医生。会增加真侪，咱的绩效并无好，包括讲吼，咱过去咱的客家电视台，咱客家的电影吼，就是我即马所看的吼，咱的1895吼，即支吼是咱的客委会过去吼所投资的拍了上成功，是，拄啊咱的原住民吼巴德赛德克巴莱吼。这嘛是咱原住民拍来上成功诶，哦，所以讲伫这个这支片了后咧，伫咱的客委会都完全拢是停摆，所以伫停摆情形下咧，即咱未来咱要推动，包括讲伫咱的客家电视台内底，咱的经费，哦，今年甲顶年，哦，增加2000几万，咱的去年度，搁甲咱今年度，变咧明年度，哦，都是增加的。在这增加的情形下，咱的收视率无增加，包括咱的客家，咱的客家地区，包括咱客家地区，咱的收视率，都比不是客家地区的收视率还来得低，这代表是咱来去检讨。咱要检讨的情形下，要安怎检讨？因咱有真侪，咱的制片，真侪拢是委外，包括讲咱家己本身伫咱的客委会所做的。才占42%，真侪拢是委外，55点几，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咱就是一定爱去检讨，因为一个电视台，嘛哪想咧做生意，你无好的片，收视率不高，相对的，你的广告费用的收入绝对是降低嘛，所以讲伫这个部分，注意未来要安怎做，我同讲就咱的客家电视台。好，这个收视率来提高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未来的规划吗？好，谢谢吴委员的指教哈。这个电视台哈，自制节目哈，它的成本比较高啊。那么另外呢，伪制节目，如果伪制国内的哈相关的制作团队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般电视台哈，那么正常的营运的方式。那么这也是透过民间哈这个培养哈一些直播人才，当然外购的节目哈是比如说是购买其他的电视台现成的节目，或者是国外的节目哈，那么这个是情况哈，比如说有一些卡通哈，那么买过来以后呢哈配成客语哈，那么这个也是方式之一的，但是呢最终结来讲就是说。客家电视台本身第一个经费预算哈4亿多哈，你要求到自制节目多到一个程度哈，那个是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哈。但是呢，我想它要提升这个收视的品质哈，跟收视的量哈，那么我就觉得可以从节目哈，可以从节目本身的内容哈跟定位哈，那么来做努力了。那么另外呢，刚刚。吴委员提到这个1895哈，那个是客委会另外用预算哈，这个是在大概10年前哈，那个时候我在担任客委会主委的时候所拍的，对，2008的时候拍摄。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有计划再拍一些比较客家史诗式的哈经典的一些电影哈，有在做规划了。主委，对，本席给你建议，是，会当讲吼来推动哈，咱的微电影。是哈，微电影哈也成本比较低，啊，广泛的哈民众哈，可以拢会当讲去收看到，对，这是未来哈，咱的客委会这边哦，既然讲一个
电视台，咱接这个新闻，要给人推广到咱的客家文化，因为客家有真侪文化好来推动啊。对，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哈，一定要搁来加强，安尼好不好？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见哈，的确是微电影也是扩大哈这个大众哈公众禁用这个电视媒体频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之一，扩大参与，谢谢，而且成本并不是太高，对。对好，对，因为我咱今年的预算哈是以。4亿1270万、哦、真的多了2000多万，2000多万你的绩效都做不出来，阁无法当讲达到讲吼，咱的客家电视台来提升这个收视率，这实在说不过去了。好、哦，这个、部分阁来加强。OK， 好，谢谢，好不好？好，好，啊，阁来嘞，都吼、哦，因为吼、哦，咱讲吼，咱的浪漫台山线呐、啊，这浪漫台山线吼、哦，哦，本身嘛了解讲吼、哦。在浪漫台山县，咱的客委会编了8亿多哈，8亿多的未来，在咱的桃园跟台中，这个浪漫台山县、嗯，你要整合各部会，那么真清楚，这是咱的小英总统哈伊的政策，哦、嗯，包括咱的行政院，但是咱的客委会8亿多，你8亿多你要怎样去配合中央，配合我们行政院来推动这浪漫台山县？这个。浪漫台山线基本上整合了十几个部会的哈资源哈共同来哈，那么比较主要的包括农委会哈，还有经济部哈，还有包括交通部，还有文化部等相关的单位。那么我们编列的8亿多呢，纯属比较客家哈，属于客家的部分。啊，客家的部分呢，主要的也是在于整个客家文化，尤其是名人的故居哈，还有具有历史文化资产的一些哈建筑哈，怎么样把它修复哈？那个保存，而且作为未来客家文化的一个那个传扬的一个所在哈。那么这个是客委会的部分呐、啊，其他部分我们也跟农委会还有经济部已经这个去拜会哈。那么大家已经做了一些分工，比如说产业发展方面呢，农委会哈在农业发展的部分啊，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在进行。好。因为结合8个部位哈，共同推动哈，但是我即马本身哈，所担心的就讲，在咱的总预算内底28亿哈，28亿多，咱就占8亿多嘛哈。但是哈，我会惊讲吼，为了让推动浪漫台山线而忽略掉咱新北市有真侪咱的客家推动的文化，包括咱的三峡哈，迄、那个区域性哦，也难难解嘛，做啊真成功啊，包括土城，包括咱新北市真侪桐花。哦，咱的同花季也推动啊，在这个部分，诶，因为推动浪漫台山线而来忽略掉咱的过去真侪有绩效的，即当个个要继续推动，还是咱的重心拢是浪漫台山线了嘛？啊，未来在咱的同花季这个部分，哦，这部分我请你来回答一下。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于过去绩效好的一些活动哈，那么一定会继续的支持哈，继续的举办哈。那么当然，也许可能举办的方式哈，那么大家可以讨论，因为经过了十几年哈，是不是可以用有一些什么创新的内容哈？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些讨论了。但是基本上台山县的整个经费呢，不会排除到哈原来已经有在举办的这些活动了。好，只要是不排挤哈、嗯，我们过去哈，在咱新北市真侪推动了真成功诶，未来嘛拜托注意这个部分，一定要继续支持，好、哦，安尼问对不？这没有问题，没问题了哈，还是好，好，请问，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再来请钟嘉宾委员不在。我们请何新成委员，何新成委员不在，请姚文智委员答询。主席，大家好，我想请李主委。好，李主委。姚委员你好，主委好。对，那个主委，早上是不是有人直询你这个邱毅颖委员有没有回答环爱的代志？
有有。啊，那你有回答是不是？我有回答的。啊，这个坦白讲哈，我有在看到转播了哈，我是认为你可以选择不要回答。啊，因为我觉得，质询华纳的代际哈，嗯，大概原住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可以回答。啊，因为这定义啊，或者是有什么样族群的问题，啊，那你是客委会主委，啊，那这个事件大概跟客家族群关系不大。跟姚委员报告了哈，这个我想不要说在客委会或者是说原民会了哈，我跟邱委员的沟通哈，我是跟他这样讲，这是我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对于族群的问题，对于语言的问题，哈，还有对于宗教的问题，任何有一些比较负面评价的部分，哎，我们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哈，那么尽量不要去使用，哈。那么我的回答是八个字，叫做并无不当，哈，但是极为不妥，哈。这个原因在于说，所谓的不当，哈，没有不当的话，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歧视的意思，哈。但是不妥的话，是因为纵使你没有歧视的意思，但是造成有一些族群心里不愉快，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妥，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虽然不是直接指到客家，但是这仍然是族群问题之一，族群的这种，哎，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并不是站在客委会主委的立场，不是这样子的。 OK，那是站在邱委员先生的立场，也不是现在，我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我也必须这样子。对，其实我不过你，我当然尊重你啊，你要回答当然也可以啊，我只是提醒你啊，其实就客家事务委员会来讲，是不一定是需要回答，这样的。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回答了，不过我是选择的回答。对，邱委员他也表达了他的态度了，我想也坦白讲也不太需要再特别再琢磨了，因为坦白讲，我们平常跟他相处，也不认为说他对原住民族有任何歧视啊，这不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不，这个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事情，而且更何况我说他也有原住民的血统，对对。但是就这个事情平心而论了，就是他也非常愿意接受我这个意见了，没关系啊，所以他很这个勇敢的叫这个就是很乐意哈去做道歉的动作。好了，就你要回答我尊重了哈，但是其实我是认为说，因为今天是客家这个事务委员会的质询啊，对，这倒是应该是不相干的哈，嗯，好。那我回到客家事务，我想要请教哈，这个就大家当然也不是只有客家事务委员会了哈，而且我上次质询也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当然时代发展，那个网络的运用，国家很多机关为了要服务啦，或者是为了要宣导啦，各种设了很多的 APP 了哈，那整个政府机关。最近统计啊，就设了那么多的 APP， 大概花了五六千万，啊，但是多半的点阅率都非常低哈，啊。那我记得我上次跟你咨询，我说我问了你一个问题，我说那有没有一个 APP， 就是我点进去我就可以翻译成客语的，啊，或者是客语的字典？对，啊，那我再问一次，那主委，你可以回答我，我们那么多的 APP， 啊，我知道也有不错的。啊，也有像应该是有关于童话记的，是不是？嗯，有一个点阅率还蛮高的哈，啊，点阅率有四万多，啊，童话记的 APP，但是也有搞了很多年，就是200个，嗯，啊，那这些怎么样做一个检讨？还有我刚刚所提的啊那样的东西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计划？现在 APP 的检讨，上次委员质询之后，我们有在做一些检讨。那事实上有一些比较过时的哈，也已经下架了哈。啊，至于说那个翻译的部分哈，其实这个部分这个有牵涉到很多的一些哈这个资料库了。曾经有一个叫 Google Fund 的哈，是一个旅行社，也是一个客家哈国际性的科技旅游集团呐，啊。那么他曾经来跟我们提过哈，就是说他们现在规设计一个软体哈，你到客家庄哈，
那么他可以提供客家话的翻译。你到意大利啊，可以提供意大利的翻译。他们这个研发这个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会继续哈跟他们在做合作。那么这个自己开发恐怕哈，这个目前在资讯界哈，或者是客本身的那个这个就是说研发方面的哈，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快了。哎，跟委员报告这个。OK， 但是客委会要推动意大利语的吗？不是不是，这不是我们推动，是有一个。在美国一个客家乡亲有一个客家理事会那个一个理事长了，他们经营科技叫做科技旅行哈，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团体是国际性的，那他们已经开发上个月有在台湾有公开那个发表哈，跟观光局跟我们台湾的那个交通部的观光局啊共同举行记者会，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软体。那么这个软体当然需要这个我们一些内容上的一些补充了，所以我们正在评估看是不是跟他们有合作的空间呢。好，诸位听起来啊、哦，对，听起来是大概是观光导向，对，好，观光导向或者是观光英语、观光意大利语、观光客语，好，那跟我所提的哈、哦，这个客家的字典啊，它其实有点出入了哈。是，我是不太认为说世界有其他什么样的软体公司会帮你做客家字典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工程啊，在台湾恐怕就是只有客家事务委员会会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是，这是我没关系了啊，这是我提到的哦。我只是要提到说，哎，如果说我们过去对 APP 的检讨啊，对现在网络运用科技。的了解，然后怎么样来推动客家事务啊？接下来我就要问你，我们在这个有一个这个加速叫做客家乐活 4G 的应用服务这样的一个计划啊，这样的计划其实在上一届啊，其实也在这里也有得到很多的讨论的哈。那现在。现在主委，过去预算曾经被冻结，然后现在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跟委员报告一下，是上一次被冻结啊，主要是因为行政院还没有通过这个计划了。那么现在呢，是行政院已经通过这个计划哈，它主要分成这个好几个面向来处理了。最重要就是说，其实就是在客家庄增加旅游的一些方便性的哈。包括对于这个店家还有旅游景点甚至对于这个那个就是票务票务那边有一些这个使用上的效率的提升呢。啊，最重要就是说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有效率的找到这个那个消费者所需要的一些资讯呢。他是不是以有一个示范区？有，现在示范区就是以台山县沿线这几个地方做。先有我们招委的苗栗地区为示范区，是不是？有，包括苗栗地区有。那是不是为了要讨好招委？没有。对，新竹、桃园这个台山县沿线几个城市几个乡镇都列为先起。是以台山县还是以苗栗县？那个以台山县。以台山县为主哈，那这个你如果一样的，就是说现在是做一个示范的先驱那个一个计划，那么如果成效那还会做评估了。如果成效好的话，将来是推广到全台湾的客家庄了。本来我以为独后苗栗了，没有。那个如果是独后苗栗那我是特别要提醒不是，我是要特别提醒那个就是说。我在看呢、我在看，包括从刚刚那个 A P P 的运用，为什么很多变成僵尸，就是说完全没有人点阅，或者僵尸 A P P 啊？对，就是说其实网络的运用上，它要么就很基本，对，就是说我想要查东西，我就到 Google， 对，我要跟朋友沟通，我现在可能是 Facebook， 对，但是如果你要进入，就像你如果要进入就要想很多。今天我是为了这个苗栗的产业或者是台山县沿线的文创产业，然后设一个 APP。天哪，大家要找不知道找了好几层才去你那里了。对，没有错，是。也就是说，一个试点的概念，跟就是说过去我们推动很多政策可能是试点，是。但是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恐怕要重新思考就是说其实一推出就是可能就是很基本。
要么就是很经典，要么就是这个全面性的需要，要么就点客家两个字，你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在里面，对，也就是说你的软体的整合，还有它的这个必要性，因为我看这个我刚刚提的这个预算呢，也花了好几千万，花了好几千万，到底就智慧客家跨域整合是2700万，刚刚那个乐活4G是3500万，花的钱是不少，是不少。这个是一个科技部的计划，是，但是都是国家的钱嘛，是都一样，对，其实都是国家。所以我们是工研院哈协助我们的，在这方面哈做一些规划了，都是国家的钱。那我想以前做了那么多僵尸 APP， 对对，也是经过讨论啊，对，那还是走错了方向，才会有那么多的浪费，对对对。那是不是未来哈这一部分也请这个主委哈能够跟更多更专业的了哈，尤其是现在这个这个网络行销的时代啊，能够更切中客、okay. 这个客家的这个需求啊。好我时间到了，就到这里，谢谢。好，谢谢姚委员，谢谢。好，我们再来请我们陈罗宝委员。好，陈罗宝委员不在，再来我们陈超明委员。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我有请我们李主委。好，主委请。哎，陈委员你好。李主委好。是。其实啊，我们客委会这几年的努力，我看出来，对于客家文化的推广跟持续的工作，已经有显著的效果。是。我以前接触的所有委员都是那个都市的委员，他们从来不讲客家话，也不了解客家的文化基础在哪里。像我们姚文智委员今天能提出来，而且那么关心的客家文化，我觉得非常的欣慰。但是要讲到台山县的时候，他们要确实的去了解，尤其台北市要选市长的人，一定要去客家人多多的接触，学习客家文化，这样才能当上直辖市的市长啊！姚委员好好努力，客家话不懂可以请教李主委啊。你看他现在正在电话联络之中。要学习一下，哎，很谢谢你关心苗栗了。其实啊，大家讲浪漫台山县最重要的地区，就从桃园，还有新竹县、苗栗县，再到台中市的那个石冈那个地带，实在是很漂亮。好好的发挥一下，不要怕人家讲，我相信以你的智慧，一定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出来，好不好？谢谢，谢谢。只要礼拜天跟你到。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太阳那么热，你也跑去参加啊、什么客家挺青年创业的风华展，是、一般人都休息的时候，你仍然风尘仆仆，精神可嘉，谢谢。但是我要请教主委啊，我们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期间讲了一句，那个在三线啊。非常轰动，还有选举的压力很大，客家人听客家门，在客家庄里面呢、这样一扫过的时候，还有那个地区以前输了，变成都赢了。还有我选举的时候，我容量有客家庄，还有我保持的实力，因为我常常有接触啊。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投诉里面啊，文章提到啊，说我们蔡英文总统。虽然号称最幸运的客家女儿，但我从未参加客家的语文研习会及公共事务。他举例讲到，前总统吴敦义真的是落实客家政策，自行购票看客家戏，分别在2013年霸王，这个应该是离居啊，霸王移居啊，还有2015年。请年红叶，还有2016年，这个六国风向演出的时候，都是虽然不做总统，他仍然参加，表示他心里存有客家文化的一个观念在，以实际行动来听我们客家的文化在。
那你也没有去，副总统没有去，啊，蔡英文总统又说哈嘎美，他都没有到现场看过啊，你怎么那么忽视啊？跟陈委员报告，总统其实才就职没有多久哈，就去观赏了一部客家音乐歌舞剧哈，叫做《相思相思》，从头到尾哈，这个观赏到尾，相思相思啊。哦，想来想去的相思啊，就是相思树哈。哦，相思树，相思相思啊，这是红豆松南果最相思了、啊。这一出这个客家音乐剧呢，具有几个特色哈。第一个是苗栗早期啊，我们苗栗的乡亲啊，就是用木炭哈、啊，用相思树做木炭哈、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哈、啊。啊，第二个呢是创新的形式哈、啊，就是用现代的音乐跟歌舞剧哈、啊、来表达传统的客家文化，所以这个部分在国家剧院哈、啊，那么演出以后获得非常多的乡亲以及非客家族群的好评了，所以总统有特别有去看观赏这一部分。我虽然没有去看过，是，但是闽南戏啊、歌仔戏的时候都有公演，如果你有这么好。你可以客委会跟文化部结合，是在客家的地区里面去公演这个，我相信一定很轰动。嗯，好、哦、啊，在闽南地区可以少一点，但是也给闽南，尤其像苗栗啊，有到苗栗的文艺中心、啊、桃园哈、哦，全台湾总共演了好像八场是吧？六场、啊，好像没有在我们苗北演艺，有苗北演艺区有吧？啊，你们一定没有发帖子给我啦、啊，你一定不尊重委员啦。啊，对不起，这个我现在了解啊，你有偏心，两个政党不一样，你就不那个。没有，不是，这位误会，这位误会，误会。啊，我记得。哦，我们同仁说有邀请委员，对不起。啊，现在就我要下次我们一定会在电话联络。啊，不然我怕你被骂了。好了，我就假装承认了啦。啊，另外第二点是。从任何的总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都非常注意客家，比例啦，就是中药隔音的比例提升。但是我们的哈嘎美，好、哦，我们蔡英文总统好像都没有在注重客家人在内阁里面占了重要的职位。像你又回过来当。那个柯文哲主委，我相信你一定做得会很难过。我一年才28亿，我已经在那个苦守客家事务委员会已经好几年了，啊，都在跟你维持现状。那内阁里面也没有看到客家人站了。像我们杨昌镇，副主委哦，他是苗栗人，他一路爬上来，主秘到现在还是客，以他你们两个能力是很重要，有能力的人啊，应该站了。很其他个人的重要位置，仍然在维持现状，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感到心有戚戚焉，觉得很辛苦，很那个啊？但是总统叫你们做去做，其实你们这些不要留在这边，调到别的地方，让新的人过来。谢谢陈委员哦。啊，我是跟蔡英文哲，他说他歧视客家人。两分钟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能够重新回来哈，为客家先服务哈，这个我非常心甘情愿哈，而且非常的乐意哈。讲官话，讲官话。哦，这不是官话。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内阁里面哈，其实包括法务部长了哈，还有科技部部长哈，还有这个几位这个政务次长哈，其实也都客家籍的。啊好，哎呦就好了啦。是但是人家投资说没有重要。少用，他里面还写到李主委是非常优秀的人，应该提拔，让杨昌镇的副主委来接啊。谢谢。啊、他接了就不会去选苗栗县长啊。好，谢谢。好，为客家，我发现你们真的非常的努力。是。啊，大家一起加油。是。啊，来推展我们客家的文化及传统，把它显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出来。谢谢你。谢谢陈委员先生，谢谢。好，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委员者，其已经已发言完毕。啊、直打结束。好。
委员林立产、吴清明、徐信卫啊，所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啊，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本路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啊，请以书面答复哈、啊，谢谢。那现在休息十分钟哈、啊，好，谢谢。
声音放小一点啊，现在继续开会啊，处理105年度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计量案，请先读客委会来函。有关冻结项目二案，第一案有关客委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经计九案，经本院内政委会决议，以上九案经准予动之70%，其余继续冻结。视客家委员会向本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第二案，对传播行销推展冻结委办会10,000元，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案。宣读完毕。请各位委员对于动之案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哎，麦克风拜托一下哈，多准备几支。啊。好，那不要太多支，表示今天很好过了。啊，陈华伟，那个就是第二案，就是有关说要他在，哎，小奈问奈博书面的，问这到底奈龙博，这有吗？接到有书面了、啊。第二案哈、啊，要他提出书面的报告，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具体要做什么的东西耶，因为大家都很支持，可是问题是，那个第二案在哪里？能不能请那个？因为今已经10月啊了哈，无合伊是怪怪的，啊，不合伊都无啥计划出来。你们有没有书面报告？解释一下。对的。啊，有啦。那个黄委员在关系文书里面的哈。760页。760页，嘿嘿。啊，你们的那个报告有没有？啊、哦，有。对的。我请稿子哈，例如了哈、那个这本就是这本的第14页，第14页那边讲到哈，那个客庄智慧乐活4G应用服务计划，那还要经过行政院核定。那行政院核定了吗？那个核定文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核定哈，因为当时都没有嘛。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哪里？安尼凊彩写两页，安尼点正，无你叫、啊、叫请、哦、请迄、那个，到下面协商一下，啊。安尼有较凊彩小看啦，你落来协商啊，你落来啦，要删课委会议程，我知影你会真艰苦，你落来。黄委员，我请李执委啊哈来报告一下好不好？关于传播行销推展的解冻案，你再跟黄委员报告一下，好吗？啊，跟委员会啦哈，因为你执行量还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好，主席啊，还有各位委员哈，
有关于那个解冻案的传播行销推展案的解冻案哈，主要是跟公共电视基金会哈这个之间的过去啊，因为我们委员呢、认为公视基金会哈收对于客家电视台这个使用的空间还有摄影棚的收费哈，好像有点偏高哈，所以当时哈这个决议哈来冻结哈，那么但经过哈这个。客委会哈跟公司基金会的协商之后呢哈，除了现有的空间哈这个以外呢哈，未来哈客家电视台如果需要自播哈 HD 的转档中心，因为现在整个所有的电视啊都朝 HD 的方向去发展，从类比哈到数位，数位到那个 HD 了哈，那同时呢有可能需要哈更大的一些空间哈，那么他们都会愿意哈这个无偿提播了哈。那么另外呢也提供这个一些器材哈，包括人力哈，那么等等哈，建立多功能的哈这个一些摄影棚哈，让客家电视台未来在制作那个 HD 的节目的时候呢哈，有更好这个好的资源哈跟设备哈来处理哈。所以公共电视也承诺未来有需要都无偿提供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的哈，那么1000万呢是对公司基金会的一个这个当时委托案的时候一个承诺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公司有让步哈，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哈，那么支持哈予以解冻了？公司怎么让步？不让步就是说他愿意多提供哈，将来 HD 转档中心哈。照理讲，这个是使用他们的那个基础设备的话，哈，是要付费的啦，啊，那未来这个部分它可以，这个至少在啊，这个会免费使用的，啊，另外有一些哈，那个公共的空间哈，也可以哈，有一些这个多的85平哈，可以协助那个建置那个多功能的一些摄影棚啊等等的，嘿，就整个想起来平均哈，它的收费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执行的时候讲的吧哈，对，就无偿播用空间12平，就是多平啊，比现在的空间多十二平，你想看那很小啊？不是的，这个哈，我们当时来跟公共电视，因为公共电视坦白讲，它也是非盈利事业的单位了哈，所以大家都很支持这个部分哈，对不对？就是有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频数的大小了，主要是说未来 HD 的转档中心哈，其实如果自己客家电视要买这些设备的话哈，其实要花费一大笔钱呐。那现在呢，就是说公共电视来购置这样的设备之后，大家共同去使用啊，一方面提高这个使用的哈这个比例啊，使用的那个效率了，而且对客家电视也可以节省一些投资的一些费用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相对来讲，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的话哈，也是哈，也是划得来了。谢谢。啊，你开了啦！啊，到年底了啦！啊，新的预算我们再来啦！我今都已经跟你讲啊，我来跟你算，你都一定做艰苦啊，对不对？那个公务行政员，我对这个只有12平啊，然后报告写这样子，我感觉讲，我感觉客委会主委哈，平常是心肝作多啊，这是按你心肝，我看小小看。对，谢谢黄委员进啦，黄委员不错，下面还有一个85平的，还有85。啊，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摄影棚跟一个转档中心，转档中心其实不需要那么大了，那 HD 的转档中心不需要那么大。我们帮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要大声说你们需要，是，那没你公司的，更没你行李啊，你知道吗？对，我知道，是，谢谢。也是因为委员有在讲这样，说我们跟公司听说本来很硬哦，一毛钱都不减哦，所以因为我们后面有委员的支持哈，所以他们慢慢的就愿意让步，哎，谢谢。李主委，你要记得啊，这些时候是要选市长的人选哈、所以对客家地、客家文化客，不是我没有选哦，我不晓得了哈。现在讲不选了，有时候不一定了哈、所以大家都全力支持你啊！啊，你这个未来的时候哈、一定要全力的支持他，不管选不选啦。好，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来，小伟，那个借这个机会讲一点题外话了哈。这我还是觉得哈、公广集团，哈、公广集团这个，当然它的设备啊，像设备都在那里嘛，哈、那公广集团的营运啊，怎么样能够跟客家电视啊，来这个相辅相成、相互合作啊？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在公广集团里面啊，它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我知道说，这个各位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发展方向，要成立这个客家文化基金，然后要把客家电视、客家电台都重新再整合啊。那我觉得重新再整合，未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大概层出不穷。啊，就是就讨论说你的设备提供我多少，然后到底我用你多少，然后怎么样回馈，怎么归刚刚那回哈，我是刚刚刚后了哈，刚后这是题外话了哈，我是觉得这个主委也当过客委会主委，也当过公事两边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如果有机会啊，我觉得你能不能彻底啊，彻底 open mind 重新检讨一下，我个人是长期这样看，我认为包括不好意思哦，像原民现在已经提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运作上的问题，但基础上是还是应该要整合啦，还是要整合哈、哦。那整合在哪里？还是整合在公共电视底下？这是我长期的看法了啊，给诸位参考。哎，李师傅啊。姚委员的意见非常的宝贵啊，他是前新闻局长啊，所以公共电视你回答他的话要小心，他讲的话要重视。现在我们请 Class 委员哈。好，这笔预算呢，我支持解冻啊。我刚才有了解那个黄委员的担心哈、哦，可是因为我对那个摄影棚的环境还蛮熟悉，所以的确了解12坪、85坪这个如果以这个。支出比较的在外商业的这个摄影棚的租赁的行情来说，的确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又可以免费或者是无偿用到一些包括转档的设备，的确、已经相较于外面的行情低很多了，所以我可以了解这个客委会的为难。不过另外、我也要这个呼吁一下那个姚委员讲的，不过我讲的是前半段，就是资源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效的合作利用，因为客委会现在应该客家台已经跟原民台不太一样，原民台是整个独立出来，可是以过去我们原民台还在公广集团里面的经验，的确就是又太过锱铢必较、哦、那很多的节目制作跟生产的成本，包括摄影器材的租用，其实到底有没有两家电视台的资源有没有有效的整合运用，其实我希望说未来、哦、主委因为你也是媒体出身，其实你大概可以再去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钱到底有没有用在刀口上。谢谢。啊，没有讲话我开始讲话了哈、啊。啊，你快一点讲。再讲一点点了哈。那个，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最近在上演了哈，就是 MOD 了哈，其实是老片了，就是讲马来西亚足球队的辉煌时代。好，那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啊，它整个足球队就是各种不同的族群啊，也有华裔的，讲台语也有什么拢有啦。好，那那样的一部片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的缩影。啊，我们要不要因为文化或者语言区隔那么清楚，而忽略了说我们跨文化、跨族群的这样一个合作的这个影视的内容的产出？啊，其实我们很少看到那样 ，maybe 我们在卡诺里面看到一点，啊，但是大家又觉得说那好像是日本时代的文化，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说哎有没有这样的产物？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原民、把客家、把公视这些弄在一起，所以我们政府所支持的这样公共电视呢，也几乎没有这样的产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提醒的啦，要提醒。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举例来说，当这个原民台还没有被纳入公广集团的时候，那么依法那个公共电视必须要制播原民的节目，那个时候公共电视制播了两个。好，原民的节目每周一小时，加起来每周两小时。可是我刚刚说钱到底有没有花插在刀口上的这个问题是说，当原民台一度加入了公广集团，那公共电视就竟然就停止了制播原民的节目。那就拿原民台的预算、原民台的人力生产制播的两个节目拿到公司去重播，
好，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族群节目最不愿意见到的。当我们有公共电视啊，我们又有客家台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不止硬体的预算，我们看到这边整合运用。那从这个节目，等于说软体节目的产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语言、跟声音、跟观点。所以其实资源的整合很重要了。啊，我也讲题外话哈，顺便跟你一样。我这个是讲得很有学问的、啊、第一个，你卡通影片一定要选影片好好做好，因为我发觉小朋友在学这个很快。第二个，你客家歌曲去跟我办个五等奖，给他造成一个非常轰动的节目。我常常讲客家话不一定会讲，会唱客家歌曲马上联络感情就起来，好像我们是一家人。第三个，布袋戏，我请你们不要买大陆的布袋戏来，台湾的布袋戏把它翻译成客语的话，一定很多人在看的。这三个方向如果能掌握得住，我相信非常快，因为我发觉闽南人很多人在看布袋戏，那客家人如果依照台湾编剧的客家那个布袋戏的话，把它改为客语的节目啊，我相信呢会造成一个轰动，人家喜欢看故事有内容呢，给他欲罢不能这样子啊。啊，题外话讲话，我上去主持预算啊，主委你了解就好，赶快把它处理掉，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指教，我们会这个那个照办的哈。各位委员对于客委会的预算冻结项目一共两案，经整理动之，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经整理动之，请您去处理报告，提报院会。好，谢谢。那我们进行，现在啊，来处理106年度客家委员会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请先读预算事级委员提案。106年度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税率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客家委员会及所属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客家委员会及所属1611.8万元。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900万元，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711.8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客家委员会及所属1200万元，第一目财产孳息1200万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客家委员会及所属17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17000元。106年度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税收预算，客家委员会及所属预算数281,641,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1,332,000元，第二目综合规划发展2,325,000元，第三目第一备金200万元，第四目客家文化产业发展8,9,187,300元。第五目文化教育推展5,7,734,600元。第六目传播行销推展6,4,413,500元。第七目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与营运3,5,903,500元。委员提案通案第一案，减内106年度。预算数1/10，并冻结2000万元。通案第二案，客家委员会及所属106度预算28,1064,100元，删除5000万元，并冻结2,5000万元。通议第三案，冻结客家委员会年度预算奖补助会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
第一目第一案，简列第一目一般行政100万元，科目自行量略，其余冻结200万元。第二案，一般行政资讯服务费3减30万元。第三案，第一目一般行政编列租赁非前十公务车辆经费10万元，全数冻结。第一目第四案，一般行政特别费冻结20%。第一目第五案，一般行政资讯软硬体设备费3减29万9千元。第六案，一般行政编列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84000元，全数减内。第一目第七案，减内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60000元。第二目，减内第二目综合规划发展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并冻结200万元。第二案，综合规划发展客家政策及法规编列1亿1703万6千元，冻结20%。第三案，综合规划客家政策及法规业务委办费500万元，冻结50万元。第四案，简列客家文化要生计划知识体系发展计划400万元，并冻结300万元。第五案，客家文化要生计划知识体系发展计划编列4026万元，减列100万元。第六案，客家文化延伸计划知识体系发展计划所编列5426万6千元，冻结1/2。第七案，客家文化延伸计划知识体系发展计划编列5426万6千元，冻结1/4。第八案，推动海外交流工作编列5649万8千元，冻结1/4。第九案，推动海外合作交流工作国外旅费125万3千元，减列30万元，并冻结30万元。第十案，智慧客家热火司机应用服务计划编列6471万6千元，删除1000万元，并冻结1/2。第十一案，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发展方案编列6200万元，冻结20%。十二案，冻结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生产发展方案智慧客家热火市区应用服务计划智慧客家跨域整合计划1300万元。2-12之1案，行动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智慧客家跨域整合计划编列2700万元，冻结1/10。第十三案，推动海外合作交流工作编列5649万8千元，冻结200万元。第十四案，第二目综合规划发展国外旅费减列50万元，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营运冻结20万元。第十五案，综合规划发展推动海外合作交流计划5649万8千元，冻结20%。第十六案，综合规划发展编列国外旅费125万3千元，全数减列。第四目，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减列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冻结250万元。第四目1之1案，客家文化产业辅导创新育成预算1亿1500万元，冻结30%。第四目第一案，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客庄智慧热火司机应用服务计划，其中热火客庄司机应用服务计划
3500万元，减列350万元。第四目第二案，智慧客家热火四季应用服务计划，热火客庄四季应用服务计划3500万元，减列200万元，另冻结500万元。第三案，热火客庄四季应用服务计划冻结1750万元。第四目第三案之一，热火客庄四季应用服务计划编列3500万元，冻结1/10。第四目第四案，办理客家文化产业行销推广计划编列6879万7000元，冻结1/3。第四目第五案，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客家文化产业行销推广编列6879万7000元，冻结20%。第六案，办理青年新创客家事业竞赛暨培训辅导计划3减60万元，并冻结100万元。第七案撤案。第八案，客家聚落文化特色及产业环境编列7,876,000元，删除5000万元，并冻结1/5。第九案，客家聚落文化特色及产业发展环境营造，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四目第十案，客家聚落文化特色及产业发展编列7,807,600元，冻结20%。第十一案，客家聚落文化特色及产业发展环境营造编列7,807,600元，冻结1000万元。第十二案，办理客家文化生活及产业环境营造计划辅导与培训课程180万6000元。冻结100万元。第四目十三案，办理客家文化生活环境营造计划编列7627万元，冻结1/3。第十四案，辅助地方政府办理客家聚落人文地景维护、特色风貌营造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编列2,6427万元，冻结400万元。第五目第一案，文化教育发展编列5,7734,600元，冻结200万元。第二案，客家文艺发展之推动与辅助，编列3,1058,300元，冻结20%。第三案，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2,6676,300元，3减1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四案，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编列2,6676,300元，减列200万元。第五案，文化教育推展冻结6000万元。第六案，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客家语言生根计划冻结5000万元。第七案，推广客家语言教育业务编列2,6676,300元，冻结1/4。第八案，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2,6676,300元，冻结20%。第九案，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编列2,6676,300元，冻结10%。第九案之一，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编列2,6676,300元，冻结1000万元。第十案，
文化教育推展，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办理公共领域客语无障碍计划，1285万8000元，冻结100万元。第十一案，办理全国客语能力分级认证及推广编列，9671万5000元，冻结200万元。第十二案，办理公共领域客语无障碍计划，1285万8000元，减列200万元。第十三案，冻结公共领域客语无障碍计划业务费500万元。十四案，冻结办理公共领域客语无障碍计划300万元。第六目，第一案，传播行销推展，编列6亿4413万5000元，减列3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二案，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300万元，全数冻结。第三案，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减列200万元，并冻结300万元。第四案，传播行销推展，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预算编列5亿2918万9000元，冻结20%。第五案，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业务费4亿6818万9000元，冻结委办费6000万元。第六案，设立客家电视频道，办理相关频道提供节目传输、摄影棚租用、后制剪接、配音及各类节目高画质节目直播、采购等业务，编列预算4亿1270万元，减列270万元。第七案，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之客家传播行销计划，编列预算5亿2918万9000元，删减150万元，冻结250万元。第八案，冻结推动成立客家公共电视、公共广播电视集团，先期规划费60万元。第九案，推动客家整合传播行销业务，编列1亿1494万6000元，冻结10%。第十案，推动客家整合行销传播业务，1亿1081万5000元，减列120万元。第十一案，办理电视、电影、广播及媒体通路整合行销传播，即办理国内平面媒体通路刊登，删减100万元，并冻结100万元。第十二案，办理客家文化资源调查、活化、运用及数位化相关事宜，编列2403万1000元，冻结1/3。第十三案，办理客家文化资源调查，2403万1000元，冻结500万元。十四案，补捐助政府机关、学校、出版机构、民间团体及个人办理客家文化创作及出版计划，编列413万1000元，减列50万元。第七目，减列第七目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营运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冻结200万元。第二案，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营运3亿5903万5000元，冻结10%。第三案，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营运编列3亿5903万5000元，冻结500万元。第四案，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营运加班值班费295万1000元，冻结1/5。第五案，
南北园区营运局设施管理编列2,9,3058,000元，冻结20%。第六案，参加丹麦及瑞典两国民主制与生态博物馆之跨越连结展示策略发展趋势考察计划，国外理会267,000元，全数删除。主决议第一案，请客家委员会针对旧政府原有中长程个案计划进行滚动式检讨，并将绩效评估及行政院审议完竣之报告送本委员会。主决议第二案，要求客家委员会未来需尽速研拟相关法规，必力加速客家文化之延续与复兴，并于二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三案，要求客家委员会应衡酌其施政重点与执行力，编列年度预算，提升预算执行率，并于二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四案，要求客家委员会应积极研拟提升语言能力学习之深度，并强化降低年龄层语言推广之有效性，避免语言传承出现断层危机，以提升政策实施成效，并于二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五案，要求客家委员会就各机关客家公务人才状况加强掌握，必力客家事务顺利推展，并于二个月内提交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六案，建请客家委员会研拟举办客家歌曲竞赛，使更多人能从不同管道学习客语。主决议第七案，要求客家委员会确实检讨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之聘用人员聘用情形，向本院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主决议第八案，要求客家委员会应紧速通盘检讨现有之南北园区营运及设施相关管理计划，包括客家文化耀生计划、园区领航计划，以客家文化双灯塔跨域加值整合发展计划，其计划内容均未使用及绩效指标以衡量标准，必力有效落实南北园区不同定位之发展政策，并于二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九案，请客家委员会重塑办理客家广播电台开台业务，同时妥善规划客家广播电台之营运及播出，并逐步拓展客语广播之普及率。临时提案要不要顺便念？临时提案也把它念。临时提案第一案，建请客委会于本次会议结束前提供105年度客委会预算补助之花东地区各项具体计划名称及金额明细，供本会委员参考。临时提案第二案，针对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于今日审查客家委员会预算答询时，非但对于委员之执行内容未能充分理解、回答及虚心检讨，反而态度傲慢、咆哮异常，于询答结束后还大声抗议及指责执行之委员污蔑，严重藐视国会，除应予谴责外，主任委员应于本次会议结束前向本委员会委员道歉，以维护立法委员职检行使及国会尊严。宣读完毕。现在税制部分，委员无提案，相关预算照例。那我们现在进行税制部分进行协商。第二，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和来那个徐委员，第一案哈，第一案的部分哦，我这边修改一下，请提供106年客委会预算补助之花东106，不是105。现在在审啊，可是106的预算现在有编列啊。好，那就105再加106的未来要做的事情，嘿。你现在需要105年度，你的事情又等于今年度了。可以，可以，好。好，好啊，那个如果在这一次的会议结束前呢、啊，今天大概结束有没有办法？啊，请那个理事会回答一下。各位，这那个预算的问题呢？105年的预算，这个我们马上这个等一下就可以统计就提供了哈，就是已经核定的案子哈，还有已经进行的到105年的预算。那么106年度哈，因为很多都是一般性的东西，现在呢还是要视当地的一个提案的状况哈，那么才能够框定说多少钱。现在很难哈去框说这个东部多少钱，南部多少钱，然后彰化多少钱，然后苗栗多少钱，现在很比较难呐。这个请委员谅解一下。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一定会哈，这个对跟当地哈来沟通的。所以我跟徐委员报告就是说，像那个吉安乡那个徐委员也知道嘛，就是我们去看过很多的一些案子嘛。啊，比如说这个浩克艺术村的部分，他一下子要提到这个5000-6000万的案子哈。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因为去年啊104年已经补助了3-4千万在做整理了。啊，整理好的空间呢还没有开始去营运。啊，所以我们是建议他说，是不是哈、啊，先做营运，然后视状况，营运我们也会协助哈、啊。啊，如果说哎，的确有这个能量，而且有这个需要，那么要扩大空间的部分，我们后续呢也一样一定会去支持了。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办法，现在就是说，好、啊，我给你框啊几千万，或者是哈、啊，啊，这个东西实在是真的是有一些困难哈、啊，请徐委员哈、啊、这个谅解一下。其实，在105年的这个预算，我们在浩克艺术村的二期的时候。早就已经送了，然后之前的回复是这个，因为现在政策模拟不清，所以就这个挚爱难行，没有办法补助，所以下半年也一动也都不动。那我们现在看你到105年，我们还有6个案子，刚才本席也讲我有6个案子，花莲县全县哦，今年年底以前又送了5个案子，完全没有，石沉大海。所以以主委您讲的106年、105年，这些都要当作文比赛。不是跟那个学文报告嘛？这边有个单子哈，是不是哈？可以哈，给让那个哈那个委员参考了哈。这个事实上，这个刚刚有提过的，就是说之前为什么吉安那个浩克艺术村呢、啊？我们会退回去重新修正。不是只是吉安浩克村，我知道，我知道，是有很多的方案，包括卡在我们的客委会。吉野旧庄街哈。九野中央街哈1700万，还有花莲市的浩克文化空间哈，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哈这个核定哈去支持了。因为之前这个提的案子呢哈，就是有一些，因为我们有个审查委员会嘛，总是要做一些修正哈，那么修订以后，然后大家去沟通是怎么样进行啊，是对这个经费以及哈这个园区的未来的营运哈，是会有正面有帮助的哈，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沟通了。所以在到送过来以后，在应该在11月初吧，还是10月底，好就已经经过第二次审查，全部核定了。哎，一共他送了几个案子？因为我答案花莲。县的话，3个案子通过几个案子？花莲县哈，这个是最新一期的哈，这个通过就所以最新一期就是重新送过之后，经过修订、互相沟通之后，最后的一个核定的案子，不是只有这几个案子而已了。哎，今年他提送了是案子是不少了。哎，那我们每一个案子呢，有一些案子可能还要需要继续来沟通。就我们一个原则哈，就会协助哈。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个辅导团嘛，哈，大家可以互相沟通嘛。我说这个，因为我们也避免被很多哈这个其他的民众认为说，哦，是不是做了那么多客家文化园区哈，结果到最后哈没有能量营运哈，这个东西，我想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委员哈，大家我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乐见的，所以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来共同沟通、共同努力的。好，谢谢。那个
是因为啊，我大概比较了解，来的时候可能送案比较晚，但是你现在当了立委，就提早送案，提早追他们就容易了。啊，你列好的意愿，我了解，这样大概是这样的状况。这个案子去年都送了。啊，去年就送啊，排在明年好了啦。他的案子如果可以优先啊，啊，花东地区确实也比较贫瘠的地区啊，啊，客家人其实也可以创造一个文化，他是旅游最主要的观光地区啦。那旅游那么多，你就多给他一点啦，啊，那个六都的少一点给他们都可以，把五会六都的给我们多一点，啊，好。对，我们六都哈，六都反而比较少，因为他非客家重点地区，所以六都也在提出抗议了。啊，我们会啦，我们六都的台东花莲都不会抗议的啦，给我们的会六都的啊多一点啦，好吧？跟委员哈，还主席再补充报告了，其实客委会的预算哈，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哈，所以也敬请大家好多多支持了啊。如果说能够再增加，能够增加预算的话，当然我们就每一个地区哈啊就会尽量哈这个符合各地的需要了。谢谢。希望明年多多找他们呐 啊，我会帮你找他们。我比较了解漏洞在哪里，因为客家地区我常常在走动啊。这个临时提案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了，我们105年度的补助预算给他，106年度啊，大概预算通过了以后啊，啊早送早有比较好定啊。所以我们还有哈，他们要派人去辅导，因为他们现在很多那个要求的条件改变了。我们主席决议就是尽量核定花东了哈，谢谢。没有，我说可能的话啊，请主委来，不要紧的，那个李委员，好，这个可能。是内政委员会哈。特别的建制在处理。不会啊。啊。那当然，你要105年的这个，我们可以同意。哎。还没有申请，有什么？没有啊，就。可以的话，在花东地区的人口比较多，就尽量可以的再协助一下花莲跟台东啊。哈哈，主席，这我要提交。早上咨询也有提到了，其实南北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一些失衡，然后当然还有花东，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还是要让主委整体去思考了。我希望对每个地方的发展能够均衡来思考，好，不要只偏重了哈。好，我这个我都了解了哈。那个县啊，就这样子常常那个，我们不要输出文字就好了哈，人多走就有感情了哈，好不好？好，这个临时提案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就照徐委员这样通过。那我们讨论临时提案二，慢了，好，那个李主委，稍微解释一下啦，啊，表达善意啦，好吧？李委员呐，好啦，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有时候情绪各方面的问题啊，给主委表达一下，好吧？啊，在国会殿堂本来就应该互相尊重嘛。那这个案子其实那一天院会就处理过了嘛，国民党也撤案了嘛，邱委员也道歉了嘛，这有什么好讲？所以。这个部分根本这样的提案，我们内政委员会处理这个干什么？那如果这样以后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我是建议不处理啊。要处理，我们就表决处理。各位委员，我等一下哈，李委员的意思啊哈，是这样子的，守二一二好不好？人总是退步空间比较大了啊。如果你说现在啊哈。现在你们那么强硬的时候，我跟你讲，下面超外给队长，我是觉得我们内政委员会啊，这个会期虽然新的执政党下来，那我请啊，我们的理事会跟徐委员握一手啊，以后大家多多沟通协调，这样就好了嘛，闷着一点啦，好不好？我讲了，不要再讲，再讲下去的，我喜欢那个主席，你休息一下啦哈。那个李委员可能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状况，跟那天在立法院的情形是两件事了哈。就是今天早上，其实我在主持的时候我也说，今天主委哈，可能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所以情绪比较，我看情绪比较不是那么那个。那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公开道歉干什么，我们就休息一下，让他们握握手，大家致个意，好不好？好，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黄委员的意见呢？嘿。主席啊，我想早上只有三个人在现场了。那个
主席是黄委员啊，我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因为那个我所听到的就是那个徐委员哦，他一直认为，一直指责主委说不重视花东了，啊，主委说他没有了，是因为这样子了，所以我建议说就照主席的方式，也不用道歉怎么样，握个来来来来，这样子讲的哈，我跟你讲，你讲和阿德麦伊德啊，我们不要态度那么强硬，我一直是这样的主张，好不好？好，那。今天啊哈，像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彼此沟通协调一下，三年官能力嘛，啊，这个有时候误会在。那我们现在休息啊哈，十分钟，我们请李主委跟徐委到过来啊，啊好。我在这里哈，这个还是要跟我们的李委员讲一下，李俊毅李委员哦，其实您可能想错了，刚才早上发生的事情。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浪漫台三线这个今天讲的，您也讲了，子计划框列了31个子计划，已经占了8.7亿了。我们这样讲，客委会的预算28亿，浪漫台三线就8.7亿了，31个子计划在里面，这已经框列了。所以，我身为东部人，我们在预算书连翻了又翻，只有1400万。而这1400万又不是只针对花莲、台东、东部，不是，这还有前面还有一个淡书仔。本席是为东部人发声，您看看少于1400万跟8.7亿，听了情何以堪？再怎么不济，也是第四大课程10万的客家人，您说那里，您说西部有200万，东部10万，东部这10万不是人吗？所以本席才会生气。对不起啊，这个我真的在这里本来是我想我对早上的态度哈，其实 我是非常的抱歉，但是我听到徐委员这样讲啊，我必须要再做一些严正的澄清啊，你不能够讲说哈什么东部的客家10万人不是人，这种话拜托哈，你不要去讲这种话，好不好？103年、104年。也没有任何框定说花莲要补助多少钱，但是结果是补助多少钱，徐委员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像这个的话，这个我觉得哈，这个真的是不要再讲。那对于早上我声音比较大哈，那么有发现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的哈。但是对于委员所讲的说我们不重视东部的客家，对于东部的客家不是客家人哈，不是人啊，我觉得这种话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早上没有这么说。你刚刚是不是我早上没有这么，只是刚才因为我解释给我们李俊毅委员听。好，我跟你讲，休息十分钟，晚一点，晚一点啊，休息十分钟，好好好。而且这还是105年前，这还是马政府的支持。所以我要讲哦，我要讲哦。用立法院来绑架自己的预算。我绑架什么预算吗？104年的决算里面新。一定要补助花莲有这种事吗？我们家休息十分钟，好，谢。104年新竹县、哦、苗栗县前两名，第三名是花莲县，连高雄市、屏东都比花莲来的少，这样的结构合理吗？哎呀，这帮选民有困难，所以我这帮那边说，请帮我讲啊，啊，那自己有困难，哎，我说我那边说自己有困难啦，啊，我嘛就有意见，哎，帮我打电话有意见嘛。好啦 ，OK， 好啦，现在先休息啦。哎、欸，主席啊，去看槟榔啦，没得槟榔啊，进来去贴槟榔。主席去拿槟榔啦，哎、欸，请吃槟啦，请吃槟啦。乱啦、啊，我是要走啊。这个不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强烈的表达，你要把这个高雄人口多少，好不好？一定要讲话、啊。
有我们也讲话，我们都有讲话，大家都有讲话，真的。没有，不是我是想说，对的对的，因为你这样讲，我完全可以了解你为发动乡亲这个发声，是因为我可以了解。林委员，我没有什么公然绑架，你看看我提的有什么公然绑架吗？我的计啦，反正下面都在贡献，上面的操作没有弄到，反正我好好带动你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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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欸、主席啊，莫以即出啦，休困者啊，若无吼，啊无，搁另外排时间啦，气氛歹啦。
问题啊，几十年来常常会碰到，有时候民意代表脾气也心情也不好，官员有时候心情也不好。但是我希望等一下喝过豆啊，互相谦虚，自我检讨一下。啊，对了，啊，那这个案子不宜处理了，好，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的预算，好不好？好。啊，那个李委员，有空的时候，请你跟徐委员喝咖啡一下。啊，个人到花莲很美好的地方。啊，你家里的阿里山也不错，好不好？啊，两个都是最漂亮的地方出来。应该比我们做乡下人还要更有宽宽的心理啊！好，那徐委呢？临时提案了、啊、哈，不予处理啊。那个陈委员来了，好、哦，我会再个别跟他报告，好、哦，好不好？谢谢，我们进行预算的审查。跟各位委员报告，通案一、通案二、通案三啊，哈，我们等各目审查完了以后，再来通案的审理。那现在我们审查第一目啊，第一目我们用我看一下我的资料，我的，再到第一目，我第一目够赶快了。一组，来看看。第一案是第一目前部的。我家里有一本破纸条哩。好，你好啊，是吧？好。好，我只能看。那个，现在啊，各位，我们开始讨论第一幕哈、哦。第一幕的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一之四、一之五，一之六、一之七一样的。没有，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一之四是一样的嘛？农中起义的，我晓得都是第一幕。一整幕，这个是啊，而且这个全部是第二节。二到七的全部第二都是一般都是一般行政跟资讯服务会，那请那个主委我们客委会啊，从第一幕一至一开始报告，相同的把它归在一起，哎，好不好？主席各位委员，
客委会这边针对一之一这个提案做一个补充说明哦，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客委会2023年度的人事费有剩余3059万，那这个是统计上的一个数误哦，其实我们的剩余数只有928万7000元，所以我们103跟104的那个人事费的执行率都有95%96%，那105年度跟106年度编的人事费都是1亿7100万余元。那105的人事费执行到10月底止，我们预估其实会不敷70万元，那这个我们已经签准要动之地预备金了，所以说106年度的人事费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有的部分了哈，基本行政业务费用好，里面包括了哈，那跟委员报告哈，我们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一至二跟一至五哈，一个是一般行政的资讯服务费，另外是一般资讯的软体设备费。那各位委员都知道，一般行政费哦，这个这每年几乎都是按照相当比例的这种被删减，所以这些部分呢，其实整在运用上面其实非常的紧了哈。那一般资讯服务费我们要干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就要做公文系统的维护了哈。那还有财产系统的维护，还有拆成系统的维护，还有我们整个会里面的资讯系统的维护案。所以这些其实编这些钱其实是大大不足了。所以而且今年的钱比去年哈已经自动就已经删减了30万，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委员要支持。另外在硬体的设备费这一块哈，那总共我编了229万9000元，但是我们比去年哈都已经减少了25万6000元。那这些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些电脑，因为180几部，这些电脑它分年都会有汰换哈，所以今年我们因为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明年预计要汰换30部。那因为各位也知道，这些软体的部分也必须要来同步更新。那另外我们有一些系统的界面要整合，还有一些防堵的这些系统都必须要来处理。所以这两项的，不管是硬体费跟服务费，都要请委员来支持。以上。好，接下来一至三。委员报告一至三哈。那因为这个中央各主管机关它编列是不能够编全时的那个公务车，那我们这边讲是非全时，就是有需要来出去。那因为客委会来讲哈，因为我们都要到客庄去啊，那有些地方补助款我们都同仁要下去啊，到现场去访视去看哈。如果说没有这个，因为会里面也没有其他公务车，所以这有关这个10万块的部分呢，请委员哈以这个解冻，谢谢。提案一之是特别费的说明。我们主委的那个特别费每个月是39750元，那这个是根据就行政院所规定的中央各机关部会首长的一个特别费的标准来编列的。那所以这边建议是不是等到院会之后再来做通案的处理。以上。各位人对于各位的报告有没有什么意见？请赖委员。好，谢谢哈。我想我的预算部分，我想刚尊重那个了哈，各位的说明，那只请后续主委执行上来注意来支持了哈。那预算部分我就没有意见哈。好，谢谢。徐委员。我提的是一至案的这个删减哈，30万而已。他一共预算是170万嘛，然后现在删减就是有一些那个文书费用啊，这些30万，如果不要删减的话，我就先冻结到你们现在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再来报告吧。你的意思啊，哈，你的提案里面啊，哈，如果不要删减30万的话，那就冻结30万，改冻结。啊，你有两个提案。一个是资讯服务费，一个资讯费，软硬体的设备费，一个是29万啊，等于30万。一个是资讯的服务费，还有一个是文书差勤财产公文。啊，还有特别会的那个地方啊，哈，你是主张冻结20。一至二冻结30，删减改冻结。好，一至四还是冻结20%，一至五冻结29万，删减
改冻结。好，客委会休谈了，客委有什么意见？我先问他了。冻结不要紧。包主席，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常态性的工作了，因为其实就很多东西都必须要持续性的运作了。有冻结。所以尽量还是请委员支持啦。好啊，了解。我想请问哦，包括那个黄委员、李委员刚刚举手哈，李委员，一至四、一至五、一至六、一至七哈，其实都是特别费跟三节慰问金。那我们所有的部会特别费跟三节慰问金都没有在这里处理，是不是？一并到院会去处理哈，我先提出来。你讲的特别费是送到院会处理的。跟三节会啊，好，这个资讯的不是啦，那个一至五不是啦，资讯的，一至五不是啦，那个如果是三节的跟那个特别会那是 OK 的啦，那一至五不是啦，一至五不是，那一至三，我想一至三本席所提的是你们那个公务车，能不能请你们说明，你们总是用租任的还是怎么样？我们是叫临时租任，就是如果有下那个客庄去访视的时候才去租，平时都没有，就像一单天这样子。为什么要用租的呢？下去都有车啊。没有，我们会里面没有公务车。那个，例如中办啊，什么都有车啊，东办啊都有车啊，为什么会？可能苗栗啦，如果到南庄去这些地方也都没有车啊。苗栗会没有车？没有，我觉得很压抑。我们公务机关其实有蛮多车啊。没，我们真的每客委会成立比较晚，没有任何一部公务的，只有那个首长坐车。不是那个行政院的各单位本来都可以支援啊，不会没有支援啊。中办也没车啊。中办也没有车，那就有点奇怪。那车子跑去哪里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淘汰就不能再补了呢。中办的话，我大概苗栗县都用不上啊。所以你们到苗栗县如果这样子的话，叫我那边来替你们送啊，因为从台中送过来，所以这很不合理。我都说，台中六都有中办，高雄有办，台南也有办，只有苗栗跟新竹没有办啊。但是如果照这样派车子的程序是很不合理的。到苗栗啊哈，几乎你们没有办法啊，不如直接台北下来又比较快了。苗栗我们通常都我们台北直接下去啊，好了。但是在原嘉南我们都在当。我有时候也是做好，这种门弄的，这种大爷啊，我五米七。继续。好，我再讲一下啦。刚刚那个一至一的部分，我刚跟同仁。你们同学对一下，各位同仁哈，当时给我的资料确实是103户差了3000万哈，然后104户700万。那刚刚客委同仁也给我承认是当时给我的办公室资料是错误的、有误的。我希望未来主委再加强要求一下，好不好？给国会办公室的资料不能有误了哈。好，我接受现在你们修正的最新的数字哈。好，谢谢。好，这里面呢、一至四特别位是我们送院会协商。一至七的三节慰问金来送院会协商，还有一至六也是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啊送那个院会协商。那一至一的时候，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哈，好、那就这样子尊重主席了哈，大伟啊，谢谢你啊，再来的话，一至二。我们徐委员呐、非常，不会因为冲突而去那个，他主要说冻结30万，就以冻结30万。一至三，我们的黄委员，你提了冻结多少？10万。好了，这边卖了，你看卖了，都10万啊，去啊。我喜欢你了哈，你在讲，我给你尊重了哈、但是这个就是讲。其实我们不应该去租的，或者我们当地可以支援的。例如高雄，你要叫一通电话，我来直接开个车嘛，是便便底下去接你们呐、就 OK 的啦。这个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驾驶也都在。那苗栗啊，徐委那个陈昌明委员主席也同意啊，所以尽量可以尊检就尊检啦，不跟你冻结没关系啦。
谢谢这个车案啊，谢谢黄委员啊，我以为你们要选举过了，不晓得你们看我们没有选举过，我们没有选举过，你看多吗？你看多去啊，我就一定要动起来呢。那一至五啊，哈，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啊，冻结300,000，啊，资讯的服务费冻结300,000啊。啊，那是299,900，900了，好，就以这样实施冻结。啊，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第一幕就照这样通过。来，继续。第二幕，来第二幕。主席啊，主席。哎哎，我自己修正一下我的案子哈，那个我的助理写错了哈，我那个是。要撤案，委会全部撤案哦。好好好，黄委员的提案全部撤案，四个案子哈。啊，越来越有进步了。好，各位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哈。第二幕是关于综合规划发展的部分，那我们大概整理一下，大概共有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这个整个客家知识体系的这个部分的哈，客家知识体系。我们其实要办理有包括客家学术机构的辅导的辅助，那另外客家学术研究的部分，另外还要补助博硕士论文，另外属于青年的这个专题的部分，我们也要补助，另外这些国家级知识体系的一些计划以及青年公共参与的部分，所以这些客家知识体系的建构啊，必须要透过很多的这些人大家共同来参与，所以我们用补助费的方式来处理哈，所以因为这些学校。必须要这些长期的支持，那这些社群才能够扩大。那我们这几年来哈，这个已经历年来经过历届的这个长官的跟这委员的支持，我们现在已经补助了超过将近1000多件的这样的补助案，所以量的部分已经有比较多的一些提升。未来我们要朝向词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要继续要仰赖这样子一个知识体系的这个协助，才能够把它完成哈。那另外有相关的一些有相关的，另外还有一个属于第二部分的，大概就属于第二幕的部分，属于智慧客家乐活的部分。那我们这个是要最主要办理的目的是用利用科技来协助，好，就刚刚早上这个委员所提到的，怎么样利用科技来协助客家整个文化的推动。所以我们除了这个整体的计划之外，除了4G应用的之外，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智慧客庄属于这种知识体系的这样子的这个客家应用的这一块，我们办理大概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属于这个客家在地知识，这个把它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大数据啊，所以这样子，因为最主要应用一定要有知识嘛，有一些数据才呈现。第二个部分呢，就要建立一个虚拟的客家博物馆，是把整合相关的一些知识的应用，透过现代科技去把它呈现。第三个部分就是利用客家先进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去做整个客家文化或是客家语言学习的应用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希望能够建构这个用这个整个华文和这个客家语里面全球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个整个4G的计划，智慧客庄乐活4G这个应用服务方面，就属于我们这个2700万的部分，还是希望委员来支持。那第三部分是属于好几位委员也提到这个海外客家合作交流的部分，那有两个部分了哈。第一个是有关于国外旅费的部分，那我想这个早上委员也就指教过，但是我们这个其实编列的方式哈，基本上都是按照院里面颁布的相关的规定来办理。那依照委员早认为说我们的生活费太高，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这个查按照委员的指示去查了一些相关部会哈，其实我们这个。基本上跟经济部或者是这个人民会或者是这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些比较哈，我们整个的生活费都算是平均底下哈，我们大概是6000多块，那其他部分大概超过有8000、有7000、有9000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按照合时的方式来编列。那另外在办理整个推动海外合作交流的部分，新政就是说整个在。我们在今年规划106年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已经朝向就是把以前哈属于那种比较仪式性的、比较这个项目比较效果比较不好的部分，我们就重新的爬梳走整理。所以未来我们会针对这个计划性的补助，计划性对于客家文化海外交流这个部分，例如说像我们到海外的主流社会主流社会里面去进行访问跟交流，就补助我们国内的社团。另外就是整个。
参加这个，我推派一些团体参加这个海外国外的这些主流的活动，包括像亚维龙艺术节，类似像这样子的活动，让这些效果更大扩大。我想这个部分呢，相关的海外合作交流，我想我们会延续这个继续接受委员的鞭策，那我们会努力的朝向这个让客家文化在海外或是在这个全国这个获得更好的一些发展。以上报告。好，还有没有其他报告了？都各位委员主席，只是补充。你要讲哦，第几二至九、二至十四，哪里还难如何？是没问题。然后主席各位，对不起，二至十四补充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南北园区有一个丹麦及瑞典的民族博物馆的报告案。那请各位了解，我们在参加这个考察过程中，会对这两个博物馆呢做一些更精密的结合。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恳请各位给我们保留，谢谢。丹麦、瑞典。各位我现在用这样那个第二幕戴伟你是总幕嘛所以要先讲嘛我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很多到日本甚至到中国啦，很多地方那不知道主委上来之后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思考的方式，会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主委可不可以说一下，特别是到中国大陆的部分？跟委员报告了这个到中国我们也不是完全这个排斥了我不等，因为中国也很多地方是客家区，我们实际上都主要是看他这个活动的内容以及交流的内容了。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有一些补助我们就没有同意就是完全到那边去这个什么祭祀祖先然后就开始旅游然后由对方招待那类似这样的我们就没有。但是如果对于学术研讨那么学术的会议呢我们都会支持，包括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来，或者是说我们台湾学者到中国大陆去一些学术团体的那种互相的那个，不管是文史调查或者学术的交流这个我们有支持了。我希望主委严格把关好不好？特别是旅游的那个部分这个一定要严格把关对，我们是现在都我们都完全都。预算部分我们没有意见。Okay, 好，谢谢，谢谢。其他委员，这个赖委员没有意见了再来二之二，陈玉杰委员不在，各位。谁替陈友杰委员欢迎一下。我想这个部分我有帮陈友杰委员这个联署能不能请那个客委会说明一下，就是综合规划发展当中，因为它主要是建筑一些等于是建筑补助会到底你们怎么弄，然后该怎么处理，我想我们想了解。跟委员报告，综合规划的客家政策跟法规，我们最主要办理就是客家这个知识体系的这些补助。刚刚跟委员报告过了其实很大的部分要建立客家的研究社群，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客家研究社群系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编的就是有些经费就是要补助这些客家学术研究的一些机构就包括这个就是一些研究单位包括个人包括这个整个博硕士论文包括青年人他想要写。对，我也要补助对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还蛮支持陈姐委员的意见呢，因为如果说连博硕士论文都要做补助，我最近公司博士论文就抄袭的很严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意见的。对，好，那庄委员呢可不可以做个补充报告报告黄委员那关于那个博硕士论文的补助还有我们客家知识体系其实我们都有成立一个学术发展委员会，那我们的这个学发会其实不管是哪一党执政基本核心的委员大概都是一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会维持学术界的标准去审查这些博硕士论文，那针对其中优秀的部分我们是在事后给予奖金，希望这样子来提升客家学持续的发展。这里也顺便跟各位委员报告目前在客委会长期的支持之下，我们已经有一份学刊在国家图书馆人类学门里面已经拿到第一名。那
事实上台湾在客家学发展目前虽然我们投入的人力比较少，经费比较少，但是一般的评估认为说我们比中国大陆是比较进步，但是我们领先中国大陆的这个幅度会因为他们资源更多的投入，慢慢的这个解释权可能会被转移掉，所以我们认为说因为后面还有几位委员的提案都提到我们知识体系发展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在维持常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继续维持我们在全球客家知识体系发展中的目前算是相对领导的地位。另外关于这个二至二里面提到5400万作为奖励地方政府办理客家语言文化发展，因为委员们也常指教到说我们的资源投入之后对于客家语言文化发展到底有没有帮助，那确实比如说在硬体的生活环境的投资也好，或者其他的文化活动的办理也好，是不是确实这些投入能够直接跟客家语言的复苏有直接的关联性，坦白讲没有办法直接关联性，他今天硬体做下去了他未必会变成是客家语言的复苏，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提案的乡镇县市除了提这些案子之外，能够提出自己县市或是乡镇对于客家语言文化发展整体的计划，那我们根据这种整体的计划会给他进步奖啦，也是未来在评估他们的这个提案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看他们逐年的是不是在自己的客家语言文化发展的投入上面有一定相对的投入，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偏向于过于的硬体化，或者说过于的跟这个一次性的活动消耗以上的说明，谢谢。主席，那跟这个有关的哈，因为我们没有写这个提案哈，但是是想说也不用写，在这边请教主委或副主委就好，因为在这个知识体系发展计划里面有一项哈，就是167万办理客家法制政策研究及各项客家事务咨询协调等业务167万，因为这笔是过去没有的。那我个人是蛮好奇，因为目前客家相关的专法大概有客委会的组织法或者是客家基本法，不知道现在就是说明年新增的这167万是怎样的法制政策研究，那可能的方向又是什么？那跟委员报告，我们因为刚刚早上主委大家特别提到了，因为客家基本法要修法，就是客家基本法早期就是基本上属于宣示性的，所以很多的执法都没有，所以我们不管是包括客家基本法后面的人这个包括这个这个行政法人，包括有一些什么必须要法律制定的那些所有的基本法底下授权的那个部分，都必须要做整体性的这个法制规划。所以这一块呢，虽然是钱不是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我因为这是新的，为了要做这个客家法制的这些后续的这些作业，所以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编列了哈。对对，基本丁是。我简单讲就是基本法的修订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基本法修订之后呢，会可能有两个授权哈，那么包括我们两个园区也在评估哈，是不是用行政法人方式哈来营运，另外一个就是公广集团哈，所谓的客家广播的集团是不是要用基金会还是用行政法人还是怎么样，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哎。好，再来请徐中委员。好，我们这个科目总共编列的是1亿1703万，那我们有这个对于这个编列的部分，我们又对捐助 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那这个又是经常性的消耗支出，那它的效益在哪里？还有它曾经有哪一些出版品，或者有些哪一些的研究报告，是不是这些的这个详细的资料来报告以后，那因为现在是陈委员是提冻结的部分嘛，我的看法是，是不是，我们提出了报告以后，然后详细述明以后再来做处理吧。因为这个预算很大。对，好，公姐安完了。这个案子我非常的坚持哦，因为它原来就其实这个数目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是1亿多、哦。那我们看一下你。办的，你每一年都在办理跟捐助学术研究机构或者是民间团体去一起去办理这样的一个
研究，那看起来就是变成经常性的消耗支出嘛。那你每一年都办，到底这个评估，到底效益，经过这样子每一年花这样一亿多这样花下来，到底这个效益在哪里？是不是明确的让我们知道哦？然后你委办的用途是什么？那委办了这一些之后，到底又对你们的整个评估又有哪一些帮助？其实我们完全都看不到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报告送过来之后再予以动之。好，谢谢陈委员，还要请，柯大叔，吴委员哈。好，主席，主委，针对哈我们那个2-12哈，我们综合规划发展哈。里面编了2971万6000哈，家事行动宽频哈，智慧热和4G，2000多万哈，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成效哈，所以本席哈要求哈，冻结1/10，好，等书面检讨报告送来，好，我们再来解冻。啊，你的要解冻，啊，还有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黄委员、李委员，安尼我甲大家报告啊，哈。他的综合规划客综合规划客家政策及法规总预算，这个第二节哈，一共是1,700,603,600，但是奖补助位里面呢，哈，就占了9000万。那业务费占了2700万，好，那我们以这样好不好？好，在业务费里面冻结20%，啊，奖补助费的话冻结30%，因为奖补助实在太多了，我们也搞不清楚啊。等到我们委员做专案报告了以后，使得动之，这样会不会有困难？不会了。你看啊，咱家己看你就知影，因为你奖补助费占了9000万啊。不是哦，奖补助费9000哦，业务费2700万左右。那业务费他们常常要用的啦。那个人冻结20%，奖补助费冻结30%的话，到我们内政委员专案报告的话，使得动之啊，有没有什么？李主委，啊，你讲不要紧，好，全部以20啊。那李主委他觉得哦，这样子对他压力很大啦。全部以20% 来动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就是第一个，那个陈一之，哎，陈一结尾了。议长。就是我很坚持，就是他冻结20%啊，就是业务费2700，冻结20%。该也丢了，该也都以整个综合规划。啊，都后背对啊，弄冻结20%啊。好，那综合规划客家政策及法规，冻结20%，好，经哈送专案报告，经委员同意后，使得动之，好不好？我们第二案通过啊，第二案的第二幕啊，哈，好好，通过陈一杰的提案。第二案我们通过陈一杰的提案啊，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谢谢。再来第三幕呢？快过来。第二节。去吧，过来，大学。第二节，这是第一节。嘿，第二节，嘿。第二节没有提案的话。第三节。哦，就。第三节。我们讨论第三节。哎，第三节你们报告没个？要报告过了啊！后面其他后面第三节。第三节是
推动海外合作交流，总预算的话是5,649,800。嗯。这提来冻结我这，哇！哎，我几个案是这个案呢？啊啊，第三啊，无啦，我一句话尔啦，嘿，无我无讲几万尔，我几千几万我拢无啊。哦，要冻结四分之一，5,649,000，25%按啦。啊啊！我知我知我知，我即个要讲互了嘛，即马几个讲互了。那各位委员，那个第三节啊，推动海外合作交流工作啊，冻结20%啊，到委员专案报告使得动之，按得了吗？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嘿嘿，28，嗯。今年只有三个，九种比你要到6个了。对，多了一倍。然后你28，28带动的就是2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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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您等于说他这一节5649案，四十九万，您全部冻结20%就是了，20%，也就是包含陈委员提的这个125万这个部分，就全部包在里面了嘛，就是全部的20%。第三节，第三节，陈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啊。哦，有意见，没意见的啊。有什么转播作为处理？一节一节，现在讲第几节？第三节，我有意见啊。二至三嘛，对不对？二至三已经冻结20%了。28就是从那个主席自己提的案嘛，28、29从委员有意见呐、啊。刚刚你们那个29的部分哦，因为我去年，因为我们现在想问是你比105年度的预算多了57万，那到底为什么要多到57万？而且上去年是三个人去，为什么今年要到六个人去？明年呢、啊？明年要到六个人去？然后上次去几天？上次五天嘛。对啊，那为什么人数天数没有变啊？人数要到两，对，天数人数都有变。然后去年是，今年是三个人去五天，明年是六个人去八天啊？理由是什么？我看信目内容都一样啊。都去的国家差不多吧，我刚有请你们，对啊，都叫西门上啦。报告委员，刚刚就像委员早上说的哈，就是刚刚说的哈，就是去年跟今年跟明年会不一样啊，最主要是人数的部分跟天数不一样啊，所以今年是三人啊，这个五天，那啊是那。为什么三人去？最主要我们是去参加那个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年会了哈，所以它是以会议为主。那106年因为配合南向，所以我们要深入去跟社区，因为南向政策要成功，一定跟人有关系，所以我们觉得要深入去跟地方这个包括这个东南亚地区要做深入的合作、跟交流。所以我们办理的方向大概要去做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跟官方的，假设有官方是多元文化的一些官员，或者说其他做一些比较国际组织的一些人，要做一些交流。第二个要做这个整个文化教育的这些交流，就是说可能客语的文化，客语的教育可能可以跟他做进行深一步的这个交流跟互动跟一些资源上的一个整合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很重要。那另外就是产业的这些，因为在客家这个东南亚地区有非常多的客家人，所以
人数超过将近500万人，我觉得这块人可以提供台湾这个了解这个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它可以提供成为我们南向里面非常重要的界面，那这些必须要我们去深入去了解它。另外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客家台湾有客家电台，是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用客语发音的一个电台，所以在东南亚地区有非常多的客家人，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这客家传播的部分要跟当地来进行合作。所以为什么要多人，就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么样多的事情，所以要有产业的，要有文化的，要有这些教育的，要有这些来传播的，就整体上面还有这些新住民的这些朋友之间的互动。所以因为深入的这个交流层次不一样，今年他是做只是单纯就参加会议，但是明年我们要做深入的人跟人、社区跟社区，或是人跟社区，或是人跟其他在地的官员做合作，所以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敬请委员来支持这样子的预算，谢谢。陈委员，你有什么看法？没有，那没关系，那就等实质计划出来之后再来解冻啊。所以动真对啊，因为我他也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因为上次我就问过了嘛，像有些我认为是经济部的业务啊，他也是参观当地成功，他刚就照这张念呢、啊，他念的我上之前我就跟他要过了、啊，所以他不需要重述一次。我问的是要比较细项的东西嘛，所以你就等，像有一些东西比较像经济部的一些业务嘛，你看寻求合作贸易或互相投资之商机，那如果所以我要更具体的，等你具体实施的计划出来之后，我再来解冻。那我们啊，推动海外合作交流工作的话，我们的第二目第三节整个冻结20%。好，李主任有没有意见？包含了我们村委员那里面国外理会的这个地方，好不好？冻结20%，其他你动，但是这个一定要动。你已经涵盖那个大钱。你要冻结30%。好。安尼。成立，他得成立，两个案都通过。安尼有什么意的吧？这个。啊，开始冻结可以了哈，国外理会啊哈，好冻结30%，其他的部分冻结20%，嘿嘿，好好，所以依照，我的提案啊哈，冻结20%啊哈，好28%，还有陈委员提案29%。冻结30%，冻结30万啊啊啊！30%，好了，你的简历，好吧，冻结30%啦，我以为喜欢冻结30万呢，拍摄啊，好啊，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好。现在跟各位委员报告啊，那个委员提案2-10、2-11、2-12、2-12之一啊哈，跟那个第三目的第二节啊，资讯发展暨管制考核，还有第四目的第一节客家文化创产业辅导创新议程啊哈。里面的，办理家事，行，智慧客家乐活的司机应用服务计划，都在这一边讨论。安尼是要甲分开来算，还是要？还是要变啊？你是属于？没有啦，他这个不是。第二幕的这一节跟第四幕的第一节这两个段，安尼就拍了，咱用节来讨论哈。安尼拍处理了，第二次。安尼拍处理了，好，我不管那么多，我们依照节来处理，好不好？对啊。我们资讯发展暨管制考核里面啊，20%啊。哎，一共啊哈。一共啊哈，编列的。
2,971,000 啊，啊，黄委员，你起码是。你有这2,970,000嘛？嘿嘿，然后再有一个3,500,000嘛，对不对？嘿嘿，这两个加起来就是这么多钱，所以你一定要两个在一起。对啊，我说这两个一起讨论，我两个写在一起啊。这两个你要一起讨论。2,900多，还有一个3,500多嘛，对不对？哎，对对啊，那是办理客家家事宽屏的。不是，这两个都结合在一起。智慧客娱乐我四季应用服务计划。啊，他们这两个啊，都结合在一起的。啊，因为这个案子哈，我想请那个客委会说明哈，因为当时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执行嘛，对不对？105年的，105年都还没有执行吗？啊，报委员，因为之前冻结70%哈，所以我们现在是有比较晚才发包，现在还在这个刚刚发包完。刚刚才发包，所以相对的105年的都还没有做嘛，对不对？啊，105年会做一部分。你105年还有多少钱没做？大概会剩大概1,000,000左右。还会剩1,000,000嘛，对不对？但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整个计划是2年的计划哈，第一年我们是在105年编2,700,000啊，对，那明年的部分编的是3,500,000啊，对，那因为我们今年是桃园，1,000,000是已经没办法做了嘛，对不对？如果那个删掉1,000,000，因为它这个是整体的规划，然后要去做示范区，包含在苗栗、新竹跟桃园，你105年1,000,000也没办法做了嘛，对不对？会依照这个规定来办保留，依规定来办保留。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发生全责发生数嘛，哈、哦。你说什么？因为这个整个计划哈、哦、发包了，已经很严重的延宕了嘛，对不对？因为之前是预前预算冻结，所以不敢发包，是。到上一次会议才有解冻一部分嘛，哈、哦。所以还有，所以今年还有1,000,000是没有办法做的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是整体发包了，你们现在发包的经费是多少？2,630,000。你预算没有审查，然后你就自己发包，这样对吗？是先准备完之后，你就算2,600,000的话，你还是要3,300,000嘛，还会300万没有用嘛，对不对？2,900,000剩下70万。刚才不是讲2,900,000发包的是2,700,000。啊，3,500是106年度的，2,900你花包多少钱？2,900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是明年的，对，资讯那个是明年，综合规划的另外的，我是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那一边。你能不能拿你花包那个东西给我看？啊，那契约书没有带来，哎。我知道呀，哎呀，两个都重复啊！两个都赶快，丢，起码哈，伊这吼，伊这个要甲咱骗价害个，因为两项拢赶快四 G 的啦，啊，连后个汉尼济无迄个没有花苞啦，那然后他现在说啊，两个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又要办保留，我干嘛这样子的预算？我还是主张要删。那删多少？我可以让主席讲。我跟你讲，第二幕里面呢、啊，哈、哦，哎，不是，第，这是第二幕第二节嘛？第二幕。好，第二幕第二节资讯发展暨管制考核里面呢、啊，好、哦，有一个办理哈、哦、家事行动宽频啊，一共这个地方编了2,700,000。但是又在第四幕第一节里面呢、啊，也有家事行动宽频啊，编列的四 G 应用服务编列的3,500,000，所以加起来一共是编列的6,200,000。黄伟，你讲的这也对嘿。第四幕等于是重复编嘛，对不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是两个一个大计划里面两个子计划哈、哦。那其中一个分项一就是热火4G的应用，就刚刚就编在第四幕上面。那刚刚讨论的委员提到的那个2,900多万，是我们在分项二
是在这个智慧客家花育整合计划，所以两个计划子计划的工作内容不一样。那因为是在科技计划底下，所以它要分别编列了。不是说重复编列的问题。我今天讲啊哈，你们这个预算不是我打打你，资讯发展管制机管制考核要编到2700万嘛？啊，你这不是给这个地方我们有话讲，所以我们黄伟提出来也有道理啦。那一共是编列的啊，非常有道理，哈哈。一共是同一个项目编的6200万啦。那本来。黄委员的意思说，删除1000万，并冻结1/2，那我其他的大概没有人提出来了，好、啊，啊，你看嘛，哈、啊，你讲。可是我本来只想动20%，因为我听黄委员讲，我觉得很对啊，很没有错，所以我应该要支持他，然后再动20%。因为我没有，因为我认真看一下你们客委会自己所提供的计划，106年度政府科技计划的审查意见，他说乐活客装饰居应用服务计划106年编1700万，那是有关整合行销平台扩散跟营运办理内容，基本上这个部分跟你105年的计划是一样的，基本上几乎是一模一样，大致相同。然后106年的时候，你又增加了一个智慧客家跨域整合计划，编了3000万。然后呢，请先研拟与客委会客家虚拟地图记号客空间建制计划跟客家文化要生计划园区领航计划，我看起来拢同款呐。它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嘛，那你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可以整并你的资源共同去办理的嘛，不需要你拿出这么多个名目或细项去编列这么多的计划。那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计划你又不能同整你的资源去办理，然后呢又跟近几年跟105年度的计划又类似，那基本上有可能有重复，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予以我的部分，我是认为应该予以冻结。你应该是把全部的心目讲得清清楚楚，到底这几项计划差异性在哪里？因为我们看起来你的内容几乎都是一致的啦，几乎都差不多的啊。然后106年度你又编了客装智慧乐活4G应用服务计划。6200总 total，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我支持黄委员的，但是我也坚持应该要动个20%，让他们把心目就是叙述完整之后再予以解冻啊。各位委员啊，我这样子，那个黄委员，如果你讲要删减1000万呐、啊，3500万呐、啊，冻结20%，有没有那个？你看完好，我现在要。你在嘿，你讲哈，我当拢好啦，因为你倒话还袂提来啦哈、啊。但是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么大笔的预算的哈。当然，我想我们大家都支持客家的发展，但是我们是很认真去看，我们觉得科目不可以重复，那而且要让财政很困难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个。你讲我谈弄个当接受，但是吼诸位讲安尼冻结20%，应该你们也可以做嘛，对不对？我要听你讲哦。然后他还要来做报告，一定要来做报告，好不好？如果3500万，冻结20%，专案报告后跟使得动词这样子有没有？因为你两个真的是从我现在对起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是不是可以先？先不要删减，我们同意在那个冻结20%哈，我们再把进一步的东西哈，就是这两个计划究竟在做什么的细部的内容啊，我们再去盘整哈，然后做出来以后跟委员报告，委员同意以后，我们再这个20%再来动资啊。没有了，但完全不删减不行的。这哦，哎，我去，发包的厂商几部也都已经走啊，这厂商你们发包是几位兄弟走？是几个厂商在做？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你们发包跟厂商发包的内容，还是跟怎么样？是怎么样发包？发包的内容有哪一些？工作细项有哪一些？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有一些你如果是共同的厂商，其实它是可以资源整合去处理的嘛。你懂我意思吗？你不用就是同样的厂商，你花费很多，因为不同的项目或不同的合作的名目，你去 double 重复这些钱嘛？譬如说，我看你的那个领航。
虚拟地图或者是好客空间，其实跟领航计划、园区领航计划应该某一些部分的规划是有一致的嘛？那所以让我了解一下，你们发包是跟哪一些厂商合作？发包的哪些细项有哪一些？好不好？先提供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困难？那跟委员报告，你刚刚提到那个虚拟地图那些哈，包括那个园区领航，那个提在科技部的时候是没有通过的啦，所以没有这个案子。欸那假如说很多你的细项是重复的嘛，内容是一样的嘛，所以我就说你把你们现在手上的这几个大家觉得类似的计划提供出来给我们看嘛。我们要求你先跟哪一些厂商是合作，厂商让我们了解一下你是跟哪些厂商做的。对，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嘛。对，那你做哪些？你发报的项目有哪些？我们这些要求都合理的嘛？100这个105年度有没有整合？如果你发报给同一个厂商，我可以做资源整合嘛？为什么要浪费钱？哦，为什么好不能提供的？我们105年度发报的资料，我们提供给委员。因为106年度没有发报，他现在要了解你们发报的程序，我都听得懂。那我们呢？哈，关于第二幕的第。二节啊，资讯发展暨管制考核，还有第四目的第一节里面啊哈，两个项目名称一样，都一样的，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智慧客家乐活司机啊应用服务计划的这一个里面的单元里面，因为等于2/10、2/11、2/12、2/12啊哈。我们3减500万，两个加起来6000，你要写一下6000多万，我不想想，好，3减500万，冻结20%啊，这样，各位有没有意见？啊，那个李委员有没有意见？我看你一直看我啊，好，他们讲可以接受，好，啊，这个得按你快点对，我们再继续讨论。不。啊，依照啊哈2/10啊黄昭顺委员的提案啊，减列500万啊，冻结20%，啊没有异议就照。可不可以再申诉？你要再。好，不要。减300万。你拄只就讲会使啊，即马就讲未使。好啊，那400万呐、啊，包委员，因为那个106年度哈、啊，原来我们你讲啦，不要紧啦，400啦，因为你卖个个，你一直底下个弄迄个肩胛头，我都有看，你一直在敲他的肩膀哈，我觉得这样不好。那3-400啦，记得3-400啦，冻结20%，经历完一头一死的冻资啦，好啊，卖个讲啊啦，安尼好唔好？这你要得罪了我，我跟你讲。好，照，你要不要可以减？我是没有意见啦、啊，因为他下次会补我啊，那减300万。一顿就400个都有，你卖去讲啊！我讲嘛，好，减掉400万，冻结20%，好，好，好，您的小二就是这项目安尼2/10、2/11、2/12、2/12/1哈、啊，就以2/10，3减400万，冻结20%，好、啊，这没有意义，我们照这样通过，再继续我们讨论。阿哥，第二幕阿哥吧。第二幕你刚刚已经冻结那个第八案，已经冻结20%，是、啊、后面这几个冻结案都不让他们去。好，那。那2/3、2/4、2/15啊哈，2/16的时候，冻结案了、啊，已经冻结20%哈、啊，送委会专案送委员报告使得冻资，所以这个归到2/8案冻结20%，好，来第四幕，整个幕的里面接下面两提案。赖委员提案，赖委员不在，他最后都没有表示意见，非常好啊哈。哎，那请那个
这几个案？这四之一的。啊，四之一，你依照四之一还是四之一安尼报啦？一样。啊，包委员哈。啊，四之一跟。四之一、四之二跟四之三哈，都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客庄智慧乐活市区哈。那前面四之三之一哈。这几个提案都是有关客庄智慧乐活市区的创新应用。那这个案子是延续性的计划啊，从105年度开始啊。那因为刚刚主席已经有裁示嘛哈、啊，那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们就不报告了？哎，四之三之一，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黄委员提案了、啊、哈、哦，关于第二目第二节跟第四目第一节里面统一归到那边处理，您再按照走哈。好了，来继续报告四之四推广计划编列的、是，一共是，哎，徐委。主席，我们刚才那个只是您刚才对三那个4G 的部分只是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嘛，但是我们这个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产业辅导创新育成的部分，它的总预算是 1.15 亿啊。对，目前只有提到啊哈，加速行动宽频服务的，没有人在讨论到其他的，就是客家文化产业创辅导创新议程啊，没有委员提案出来说要把它冻结或删减。所以那在这里我有提、我有提冻结30%啊。对的。2%-18%。辅导创新历程里面的、那个徐委的案子在哪里？怎么会漏掉？2%-18%。2%-18%。2%-18%。好，整洁了，不，就在这边讲整洁的，1.1亿。那个，讲这一节的哈，他要冻结30%。对，抱歉了，徐委员，有伤害，4之14。啊，客家特色。接来电。他们已经讲到加速行动宽频服务方案了，还有国家级台山县的客庄南曼大道。啊，你这是在产经处。国家级台山县的、哈。客庄南曼大道一共编列有得加不？不，伊这是几个家呀、我只有单单讲客家及台山县客庄南曼大道到底编列了多少？因为你下面还有很多的子计划。有很多的子计划。加500万，还有加400万。再加这个。一共多少？2100万。加起来。8000万呐、500+2000+2600。徐委员，这里面有办理客家特色产业亮点业者辅导。
暨东部客庄计划，这有1400万专给东部用的。主席啊，您弄错了，这个是这个不止只有东部而已哦，这前面还有办理客家特色产业亮点业者辅导暨汉东部客庄哦，所以前面那半段是全国在写计划竞争的，所以这1400万其实还不只是东部而已。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预算书里面，就是只有这里1400万是有关于东部，所以我在这里要请我们的嘿客委会多嘿报告一下。啊，办理客家文化产业辅导创新育成计划里面，好、啊。交业务费1900万，奖补助费6100万，好、哦，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好不好？你本来提了冻结百分等于，你不能提记那个哦，你现在是冻结明显众多，你要冻结这1400万，对你比较不利哦，对东部就比较不利。哎、欸，我讲的东西结尾哈，这个有时候，哎、欸，你要变好一点啦哈。大的字要出来，你编列里面没有仔细读的话，它都被你们来这样了哈。哎、欸，跟我们混够了。现在业务费我们不谈好不好？我们谈奖补助费6100万呐、啊。这个地方啊哈，也、欸、不要专门指你讲那个冻结20%，6100万，冻结20%。啊，你条话意思条五吧？徐委，您说这个从上面这边6100万冻结20%，你主张是1400万冻结30%，但是这里面有记东部的，所以你回去会跟人家讲。哎，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针对于浪漫台山线的部分做报告嘛，然后我们冻结它嘛？对啊，对啊，对啊，就针对浪漫台山线的部分嘛。好了，主席，我觉得只动浪漫台山线，然后其他不动也很奇怪，这个会被修理的啦。因为我觉得哈，应该我们做一个主决议，让他们在台山线以及我们其他的地方怎么样补助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所以我们是不是针对一个项目来处理，而不要说针对哪一个地方的建设，我们彼此不去动大家的地方的预算，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个人我嘛需要嘛，啊台人我嘛需要，伊嘛需要，嘉义嘛需要，所以我们看怎么样一个项目，然后要求客委会的主委就这些现有的资源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而让整个客家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照顾，啊动一些些，然后来处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好，好不好？啊、等一下，我做一个总结语、啊。我不知道大家同意我这样处理吗？哦，谢谢那个黄委员的提示哈、谢谢、不好意思哈，那个主席哈，因为徐委员的这个案子写在2-18了哈，他其实是第四目了哈，不是二了哈。那第四目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包括台山线的部分是应该是所谓的客家文化生活环境营造这个部分的预算。好，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包括4-6、4-7、4-8，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客家文化产业发展这个相关计划，这个预算的科目才正确来这边来处理啦。那刚刚现在我们还是在处理4-2、4-3嘛，那个不是这个台山县的计划嘛，这样会乱掉，是不是？主席处理一下，那我们再来接下来再来处理台山县的这个计划。哦，这两个预算科目都不一样啊。哦，照李委员讲的哈，他这边里面虽然写的哈前前后后，哈，也有，譬如他在这个办理客家文化产业辅导创新育成计划部分里面呢、啊，一共列了8000万，那里面也有，客家特色产业的亮点，还有办理台山县，客庄浪漫大道推动平台啊，协同作业计划，还有补助客家产业聚落跨境创新服务，还有台山县客庄产业聚落行售暨示范计划，所以两个加搞搞起来。我看了哈，如果谈到台山县跟东部的话，我们一并往下谈。您刚才编列的81多，
不你安尼哦，前前后都重复，对不？好、哦，因为其实我们讲白一点，他以前评价这面目，人搞个迷迷糊糊啊，你的台上就搞点起来，我等下再讲一下讲。好、哦，那如果你搞我算一下哈。哦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通通在讲台山县。都在、啊、不是哦，他要办理客家文化生活环境计划这个里面 啊, 啊，所以不，你、這個、第三节，按你这个标是第一节、啊，整个干脆整个第四幕来处理算。整个第四幕来处理，整个第四幕的预算是多少？89000万呐、啊，89000万，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要讨论到每一个细节很难，他偏的很多。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对呀？他也有各地方的那个客家鸡肉的改造，也有台山县的改造，哪一个地方啊？徐伟呢？我比较了解，因为常常在客家，一共8亿9187万呐、啊。那因为这个项目很大，我建议冻结20%。啊、做专案报告了以后，我们啊，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资啊，好不好？有没有意见？你们各位委员，无你即番要讲一样，讲一样，哦，啥个补偿上？哎，对对对，25%，各位委员，哎，25%，哦，不是25%啊，而且啊，口语不标准啊，啊，冻结20%，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第四幕，就照各位委员意见通过冻结20%。那、啊、等于有所有有冻结案。啊，对对对对对。好吧。嗯哼。好了，结束。啊，已经嘛哈、哦，但是那个热火的计划前面已经冻结了，还有另外阿家冻结20%啊，好不好？对、啊。那个已经编到前面去了。编到前面去了哈、哦，好。4到14的全部是冻结。没有，你这个啊，加速行动宽频的这个啊，里面调出来跟那个第二幕啊，那个第几节？第二节。我们王委员真的很仁慈、欸，你们自己调看要在哪一个地方啊？哈，给你们。好、啊，科目自行调整啊。下面呀、啊。对的，减400万的那个啦，一等二看这几位，第二幕跟第四幕。那个提案你讲，把它写在一个提案。减他400万。哎，诸位，我实在是做不同意啦，我都无法多注意这个。啊，人格有难哈，爱护高雄人非常好。虽然党派不一样哈、啊，大家非常好。啊，第五幕，嗯、啊，来报告。什么的非常好，你。五之一是整个幕。好，来我。来报告一下，是各位委员大家好、哦、那第五幕、哦、其中包括五之一。先讲五之一的。好。赵天林赵委员那个。好的。五之一的部分是提到了我们的课语能力认证的这个通过率下降的这个部分哦。那我想跟各位委员做说明，就是在课语能力认证的以及30岁以下的课语能力的这个部分哦，课委会也已经有对于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在。明年其实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构想，就是过去对于语言的推动，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语言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去推动。那明年我们的重点会把语言放在是一个以客语的一个教学语言的方式去做推动，所以明年我们会在于学校的部分会加强沉浸式教学以及客华语双语教学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同时会加强师资的一个培训。那
另外就是有提到说30岁以下的课语的能力其实是有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也会针对于家庭的一个学习的部分，那未来除了学校之外也希望能够在社区里头推动家庭亲子共同学习的一个方式，希望可以营造就是语言不是一个教学的语言，未来它其实是一个生活化可以实用的一个语言，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提升30岁以下的语言的一个能力，所以要恳请各位委员对于我们第五目有关于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的这个经费可以予以支持。第五目是我们抓委哈，我们抓委员的提案，他一共文化教育发展编列5亿7734万6000，提案冻结200万但是后面有多人提了冻结，所以这个我们晚一点再处理好不好？好，第一节里面文化教育推展我们习政会委员的提案，客家文艺发展之推动与补助，一共是3亿1058万3000元他提议冻结20%，就给他打什么文艺发展的推动与补助这个项目，也是很杂的。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各位委员，我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对对对客家文艺发展的推动这个部分那因为委员有提到说，我们过去对于客家日、红花季等等的活动，不能够实际深入客家文化的认同跟传承的核心。那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明年包括客家的同花季的一个活动，我们并不鼓励大型的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对于文艺的一个发展，我们希望它能够更深化文化的一个传承。那同时对于青年的部分，我们包括像客庄十二大节庆的活动的一个审查跟平时的参与，我们都鼓励青年共同的参与，包括我们的审查委员也特别有列有的青年的一个委员的一个进行审查。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对于文化音乐艺术的一个创作，我们现在在推动驻村的一个计划，那也即将会启动。我们鼓励青年的一个音乐家、艺术家到客庄驻村之后做创作，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客家文艺的推动可以跟青年可以做一个传承，让青年可以参与，同时可以深化一个文化的一个内涵。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恳请各位委员能够对于文艺发展的这个经费能够予以支持。我想支持这些活动大家不要扣帽子，审议上的时候不要扣帽子因为支持大家都没问题。那为什么大家都会提冻结预算？很简单，就是在补助上大家有意见，非常简单。所以我想，因为大概每一个地方在申请的过程当中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些困难嘛，那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们希望在全国各地，因为客语这个客家这个部分应该是不分男女，而且必须要公平对待。如果不能够不分男女，不能够公平对待，那大家对这个就有意见。所以我还是具体跟主席做建议，我想我不主张删，但是必须要冻结，然后让他们做报告，然后把他们以往的一些拿出来大家看一下，再来做决定。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黄委员的意见。现在请陈怡杰委员。基本上我觉得黄委员说的很对啦，其实基本我们都非常支持所谓就是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那这是我自己去看的，因为我前几天有去周六日有去看你那个什么杭菊展你会跑到那边找没有告诉我我要去摸，我只要来深刻，我会特别去看呢。所以你我说真的，其实我觉得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们办的真的不怎么样了。老实说真的，因为全部的摊贩就在那边，然后也没有规划，然后2266卖的东西都一样，不是很强啦，不是香肠啦，就是菜脯啦。
好，然后不然就因为行局长卖菊花，一点规划都没有。那说真的，因为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个那个什么扶植客家艺文团队，我从那个整个展览上面完全看不到他那个花圃的规划，我不知道陈委员有没有去看过，因为他就一戳，你知道，一戳那个小菊花，黄的啦，红的啦，啊，一戳就这样一戳，然后其他都是空地。然后呢，台湾民众呢也因为户外的活动真的很少，一戳上小菊花就在那里拍照，拍得很高兴。那说真的，这对客家文化的介绍，或者你所谓要带动所谓的壮带的带壮的观光，其实我看不到任何的成效，也没有用啊，变成只是瘫痪聚集在那边，然后卖的东西只要跟客家有关的哦。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但我觉得黄委员说的很对，其实我们今天去冻结这样的预算，不是不赞同你们去做这些的活动，可是是你们具体的规划或者成效，我们要拿出来看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先予以冻结啦，等真正我们看得到成效，或者把你们具体要如何推展的一个实际的方案拿出来，我们再予以冻结。陈委员，谢谢啊，你对苗栗的关心，你讲的话我完全没有去过，而且讲得很实话，所以我在上台演讲，我就跟他们讲，第一个他都会在办，以前都滴滴答答，连颁奖都滴滴答答，我跟你讲一下，已经两三年跟他讲了哈。啊，有时候哈，包兄姐，嘿，唱乖哈，唱国语歌，可能离那个卖摊贩大概超过很远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所以真的是因为唱得不好，所以依循那个声音才看得到活动的现场在哪里。对，所以我刚在场，我上台，我每年都去。我说啊，农委会、客委会，你们那个都有去啊，哎，我大家都有配合啦，啊，有赞助有配合，但是我叫他说要照啊。你要一大片里面，哈、哦，去租一些的给百姓能、民众能去照相的路啊，你那个把它租下来，看怎么走会好。旁边的红旗，那个停车场是我到科学园区那一天晚上12点去调度完成的。哦，所以你讲的我都晓得。另外、啊，客家的时候，在旁边的时候，因为我们乡下比较没有钱，他比较客烂一下，按那去摆。但是你的意见确确实实是真的。如果要办，你要补助，不是？我觉得你客委会啊，哈，跟以后哈、啊，跟那个农会政工所啊，哈，去帮他们辅导如何办呢、啊？更高雅一点啦、啊。那个主委，你去看，对对对，接触接触接触。好。然后很空，然后。没有，但是它是白色都长得很好，横菊长得很好，但是它有种一些小菊花，很多颜色都一撮一撮一撮，然后整个其实办活动的现场跟你欣赏横菊的那个路线其实是有点分开的，它其实是没有一致性的、欸，所以你这个其实没有办法串联嘛，而且民众其实下来那个交流道很塞，可是大家都只为了看完那个横菊就走了，那你根本没有带动当地的观光发展嘛，也没有推广到你真的客家文化的一些客家食物。因为我跟你讲，交通不方便。本来开完航局的话，就要客家文化中心，但是在绕回去走回去的时候，那个路啊也蛮远的，坡度除了到停车场，这个都是我们地方的路没有开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要做一个规划。好，因为你讲的我确确实实啊，哈，你深入观察。啊，你可以来选苗栗县长，我可以支持你，因为你有关心，真的真的，你讲出来的话，如果我在那天台上讲的话都完全一样，所以欢迎到苗栗县来，我会全力的支持。嗯，好，那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啊，第一节第五幕第一节啊、哦，文化教育推展客家文艺发展之推动与补助啊，徐政会委员啊提出来一共的预算3亿1000万，那我们冻结20%，诸位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我最主要的钱是在于补助地方政府。补助的地方多少？高清规范机啊，刚才讲补助的降几亿7500万。嗯，啊，哎 ，Class， 来来来，那，
这个哈，因为我刚好手边有一份资料，稍后也可以让这个这个黄昭顺委员或是其他的委员一起来看哦。因为黄委员刚才有特别提到补助的问题，其实我们想要动这个预算呢，无非就是想要知道这个补助款哦到底是到哪里了。但是这边有一份客委会103到105年各项补助计划各县市核补情况的一览表。坦白讲，其实这有一个结构性的分布。也就是说客家人到底在哪里，就是在这些县。而且这个徐委员最关心的，从103年一直到105年所有的钱前六名就是桃竹苗花莲屏东高雄，桃竹苗花莲屏东高雄，桃竹苗花莲屏东高雄、哦、所以其实所以徐委员讲的意见，对 对其实在这边，所以其实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说资源可以有效的分布，但是因为这个的确攸关了非常多这个地方的需要，所以是不是就看我们认为说的确应该要提升这个活动的品质啦，要冻结，但是否也其实也不用冻那么多。哦、其实我们来听听看，因为让客委会来说一个比例，就如何就是又可以关注到委员的关心，但是 是否又不要再动那么多。你在这个特别跟委员哈那个请求，就是说冻结不要那么多，因为主要几个比较大的活动哈都在上半年了哈，包括桃花季、全国客家日，还有六堆运动会哈、六堆嘉年华啊等等哈，都在上半年了。所以是不是哈，这个可以这个请委员呢、支持，是不是可以10%左右？徐委，我跟你们报告一下哈，那客家文艺发展的推动与补助啊，在业务费用是占了1350万，1亿3500万。但是讲补助费的时候是占了1亿7500万，那我们把它冻结25%啊哈，是讲补助费好不好？那业务费就不要把它冻结，你看法怎么样？原则上我支持主委刚才所讲的，我们就在不要再分什么会什么会，那主委讲说动10%。然后来报告，那我们也在了解，我觉得这样是我可以支持的。对，我看到黄委员对你主委太好了啊，我讲的哈，照顾黄委员哈啊，一共在客家文艺发展之推动与补助里面啊，我们冻结10%，好吧？好，再来继续讨论一，5-2好，按通过就是第五目第一节嘛，哈哈，冻结10%啊啊，再来第五目第二节啊，5-3, 5-4, 5-5, 5-6, 5-7, 5-8, 5-9, 5-9-1是讨论啊。第二节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一共的预算是2亿6676万3000元。那个请客委会报告一下。好，好，5-3开始的刚刚的这几个案子，就是针对第二节的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那委员们提出来的主要的问题，就是针对客语能力认证的通过率下滑，以及30岁以下的客语能力大概比较低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那针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出来的，我们在明年我们会把在整个客语的一个推动，会将过去是客语的学习是一个语言教学的一个模式，未来会是以教学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客语的学习是创造一个实用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方式去推动。那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客语的师资加强做培训，并推展就是家庭式的亲子共同学习客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可以提升三十岁以下的一个客语的一个能力。
各位提案委员的意见，赖委员不在，我们赵委员哈，你们高雄的来，没有，我只是说我的刚那个案子就并到这边讨论就好了，这样，因为都关心的内容是一样的，这样，好。啊，陈一九，啊，过来。陈一九委员，嗨嗨。因为这个在上一次质询的时候，其实我有问过主委了哦。因为基本上我们还希望课语认证的部分能够向下扎根哦，不要说因为应付考试或者等等的，而实际上的表现其实不如预期。那当然，其实我们这边想要，我的案子应该是冻结10%没错啦哈。基本上呢，其实因为第一个，因为30岁以下的通过率的初级认证哦，其实。是介于 31.62 到 55.37， 那中级、技高跟中高级的认证，它的通过率是区间是 39.59 到 50.83， 其实都非常的低啦。所以要如何强化30岁以下较低年龄层的语言推广，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最近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因素，其实我相信报名的人数应该相对的减少，好，应该趋缓。那认证的结果的通过率也都偏低。那如果我们依这样的状况，30岁以下较低年龄层的通过率都有的，甚至连50%都没有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推动性，而且要如何强化，其实这个是有所保留的啦。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未来它会出现在传承上，语言的传承上会出现所谓断层的危机，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还是去提出一个实质的政策跟实施的成效，希望你们能够拿出来。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提的，就是说因为上次我有跟主委讨论过，就是说我们把奖学金的这个部分诱因拿掉，我不知道主委你还记不记得齁，有没有印象？我们是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啦，好，就是说基本上原来你给这个诱因让小朋友或者学生他觉得除了他是一个鼓励奖励之外，其实这是一个动力嘛，那你把这个奖学金的诱因去拿掉了，会不会有点本末倒置？会不会？那到底说这样子的话对于未来的课业认证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哦，这也是我们要去考量的啦。那我们是希望透过将课语纳入12年国教这个零，譬如说超额，上次我们有讨论到某一些学校有做这超额比序的部分嘛，高雄，对对对。那到底现在状况研讨的怎么样？因为那时候你有回答我说会去跟教育部去讨论哈。那到底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纳入等等这些明确的方向，我们都希望能够赶快去做一个确定的方向。那真的让课语文化能够向下扎根也好，或者是年轻的学子真的愿意去学课语，是真的是用实质上能从这样子的学习课语的一个过程中，对于他们未来，因为我记得我没有讲到，就是说工作上、工作发展等等，这是关联性的。好，上次我记得，我不知道主委记不记得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是不是为了要让这个语言的保存性能够更有延续性呢、啊？那是不是挺课委会还是提出真的能够有效的改善方案之后，我们再予以动之？哎，这样子哈，提哎就冻结哈。那你先回答那个陈一杰委员的刚刚所问的问题。好，谢谢陈委员的指教了哈。关于这个，我想我们可以这个非常确认哈，就是未来课语那个认证啊，通过的比例啊，会逐渐的提升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真正解决的方法，我们也正在哈这个多方面的在处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法制化。好，那么我们也跟教育部啊，也跟各县市的这个政府哈、首长哈，都已经讨论过列入超额比序的部分。但超额比序部分呢，各县市政府的给我们回答就还没有，他们还经过一个好像教育委员会还是什么的，来他们去通过了。那么这个我们尊重哈。那么每一个县市哈，这个这样最快的话是哪一个县市可以实施？可以最快实施？现在实施就是高雄市政府跟花莲县政府。那接下来呢？花莲县政府也已经正式列入哈这个超额比序了。那么像其他县市都会比较。没有比较，就是说
我们有都有跟他们在沟通哈，包括跟直接跟市长哈这个要求哈 ，MOU 也去拜访啊，也去拜访，包括县市长。那么县市长就说，哎，他们会交给哈这个教育的哈相关的委员会哈去审议。什么时候会比较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什么时候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这个因为追踪一下啦，因为这个。那我们觉得我们比较有把握，就是我们的客家基本法，我们加速哈这个修法，以后透过法律的要求哈，那么对于多元族群那个语言呢哈，能够有一个在教育体系、在社区、在公共场域哈，有一个比较一个起码的一个明确的法律可以遵循哈。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法。那这个法律的部分呢，我们早上也有报告，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年底完成哈。那下一次立法院会期之前呢、啊，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哈，请大院哈来支持了，谢谢。哎，刘委，我先宣告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会议到这个所有客委会预算啊审查完毕才结束。好，来，请刘委发言。有没有意见？刚刚陈英杰委员提的这个问题哈，全国有15个选区了哈，有学区了哈，所以有关超额比序的，他一定是要县市长同意以外，还要送到学区的这个审查委员会里面同意，所以这个也大概不是客委会可以处理的哈，不是客委会可以处理的，他必须要经过该学区，以我们嘉义市而言，我们是嘉义市跟嘉义县是一起的，我们叫做嘉义学区，所以要这两个县市开过会，然后让他的教育委员会有通过以后，才有办法实施有关超额比序的部分，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跟陈委员报告一下。但我们刚刚从上一次跟主委其实有探讨过，其实我们只是需要是你们在实际上能够去做某一些实力上的一些推动，我觉得推动上跟着或者是你去说服某一些，其实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态度上的问题，包括我们上次也有说，哎，有一些像客家，我们向下扎根不要只针对譬如说中年级或国中高中，包括说国小甚至是幼稚园，我们上次都有探讨过这些问题，对，所以当然不是只有超额比序这个问题，就是超额比序这个东西当然很需要很多广面性的去沟通，但是我觉得其实客委会是扮演一个很重要说服的角色，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还是不断要强调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向下扎根，因为包括很多现在北部爸爸妈妈客家年轻人来台北上班或新北市上班往北移的，或者在不同地区，其实小朋友现在讲的都是国语居多，他 maybe 他听得懂，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客家话去表达，所以实质的说，当然不是用奖学金去当成一个诱因，是为了好像让他们有钱，所以当然是主委你刚刚讲的那道理没有错，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激起小朋友有哪一些更多的诱因去鼓励他们学习，包括我说像我有时候转那客家电视台，其实你们那个有的卡通节目其实不是你们自己去制作，只是套上客家话。其实我觉得深入，我只能说像这一些生活上的一个些深入性的动作，其实你们可以去做的，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提出我们的建议啦，所以我还是说如果真的要让语言有保存性也好，让它可以展延，包括向下扎根，包括让真正客家不论是不是客家子女都能够真的了解客家的语言，我觉得应该是去提出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方案啦，好不好？而且我想冻结10%，其实对你们来说应该是还好，应该还是可以实施啦，好不好？好，你是第二幕全部冻结10%嘛？啊，从也，第二幕第二节冻结10%啊！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个。黄昭顺委员啊，大概冻结6000万，是25% 啊哈，那个林立常委员啊哈，是大概20% 啊，我是25% 啊，吴其勉委员是冻结1000万啊，因为还有其他5之3、5之4里面啊哈。都包括在这一个节里面呐、啊，我看一遍把它讨论完，再来决定是要删减还是冻结，好不好？是啊。10到14，主要是提到了我们公示
客语无障碍环境的这个计划哦。那里面有提到，就是在我们104年8月审计部到会里头去做审查的部分哦，有提到说部分的计划他没有提出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那当时审计部他所审查的是103年跟104年上半年的计划，所以我们在104年下半年还有105年的下半年也针对了这个成效评估的部分都已经做了一个要求，都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评估，也做了一个补正。这是在公示客语无障碍环境的一个成效评估的部分。那另外就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公共领域的客语无障碍环境的这一项目的一个编列，我们明年度会将过去是把重点放在客语重点发展区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扩大到所有的区域，然后包括了企业跟传播媒体。那希望是未来是可以营造一个友善客语的一个环境。那这一项的一个经费的编列会是主要是推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营造。以上说明。好，都报告完毕了。一个是无障碍的那个客语无障碍计划。那陈委员是提议说冻结10%啊，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黄委员，你是25%有没有意见？还是10%？啊，主席，啊，刚才哈，我那个冻结1000万哈，啊，只要我们主委哈送那个改善计划哈，啊，来那个计划报告来就好啊，送给我们编在一起好不好？啊，对，编在一起啊，好，谢谢。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在第五目第二节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里面冻结10%，依照陈义杰委员提案通过。好，现在啊哈，5:25准备便当休息10分钟。好了，找文件啊，喝了喝了。你等去一个干单啊！我这样的找副秀，等个好了，找文件啊！开干嘴的哈。其他的部分再去另外动，这样子。
现在不是第二幕跟第四幕陈委员提的，另外第二幕没有，因为这是第一个案，我们重新考虑，所以因为他的参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互动，他就是前面其实就林科长我在重新考虑。对，其实啊，但是其实那个整个突破他的那个太远了，对啊，我说的是刚好，但是他早就，但是你当然不一样，你要管金额，现在管他的金额，对，那地所以我的意思说，应该要办的话，应该聚集全部都办在一起，不说你可以像花赏花的花，还是要去。太多次了，再怎么样还是一样的，对不对？嗯，我要讲后面。好，嗯。是的，我这样讲比较好。拍照一定是拍好看的，但是如果我是如果我也是刚好。不过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我看到你就是草皮，或者你就用。分析的角度，你不用去站边，你是分析的角度。我觉得他这一篇这几篇这样子拍，可能是有心人士要去操弄什么，对吧？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是不知道去如何去反思，那他看就会有判断。对，那我觉得我觉得说，他既然是 pack 在你那里的，你就再把下面再做几个注记，哎，再传出去，哎，这样子，你不要说他 pack 然后你再，就是在他同一个包裹里面，你在那里，然后再让他去转传，哎，大家来，哎，自由新政，对不对？嗯。对啊，就在头而已，好不好？没有，哎。他要救我，哇，太棒了，是，嗯，上次喝酒的那个，哦，现在去加拿大比赛的是吧？是。之外，他发了就是那还有就是要新闻的部件啊，那我们
我们现在买的就是中石联合、中粮食这些，它的配业都大概30万，差不多一年有时候到有的十几万也到过，因为它十几万的它就是就只能一个月就折数就比较少，中粮食最多，它30万以下，它可以它就每个月没有限额，100多这样，那个资料库就给我们用，那我们就会丢到我们这个资料库，下次我们再运作的时候。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些资料。好，现在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讨论审查课会第六目，传播行销推展总预算金额6,4,135,000元。那第一节是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总经费是5,2,918,900元。第二节是推动客家整合行销传播业务，1,1,496,000元。那我们请这个客委会把委员提案做一个报告，从头到尾一次哈，好不好？好，我跟有些有各位那个，对不起，就是说谢谢了哈，插播一下，就是我刚看了一下它里面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哈。对对，那所以可不可以说？为了节省时间，他报告可不可以最总的？因为我们已经消化过了。好，综合给他从要不然你一个一个来一个报告，十几页，从头到尾一个报告过来，看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跟委员报告就是6-1到6-7，除了6-3测量之外，都是有关于客家电视的自制率跟收视率不高这部分。那自制率的部分，其实目前其实台湾的商业电台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自制环境，无法全部的节目都是电视台本身员工来做。如果他自制率要这么高的话，他节目部的人员他就要增加非常多，相形之下其实成本是更高的。那在收视率还不够高的这个部分，其实客台在最近这些年来，尤其这一两年来，其实非常努力，他去开辟了所谓的行动载具跟网络影音平台这部分，他希望开拓这个年轻的收视族群。那的确这一块有增加了这个收视族群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主流媒体的曝光率不够高，那这边我们会检讨改进。但是跟委员报告，其实客委会在这些年来，其实在广播部分
我们其实有像跟 ICRT 合作 We Love Hakka， 那我们有跟飞碟，有跟人人，有跟 ICG 等等广播频道做合作，在电视部分我们也是跟商业电台经常做合作，在社交节目新甲类节目，所以这部分做得不够的我们会再努力。那另外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出版品补助的部分跟那个大学院校学术补助太相似的部分，这边要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出版品补助其实是针对的是民间个人，还有社区报，还有就是文史工作室，还有唱片等等，那它跟学术文化这个部分的补助其实是不相同的。那大致上跟委员报告。我报告完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李委员，啊，邵委员，嘿，啊，柯老师，你电视台出身的，你要发表一下，我们哈。那因为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大概有稍微提到了哈，因为副座其实有提到整个法制化的过程，我想其实这个是整体改善电视台结构很根本的治本的方法，所以可不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哈，它这个客家电视台的这个法制的规划，好，它整个这个立法的进程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好啊，等一下，你稍微回答陈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电视台的台北人比较重要，都是人。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好好，要不要发表一下跟那个李执委说，要如何做得好？没有啦，就我们刚刚所说的，像他有一些我们转频道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客家节目或客家戏剧，其实他们都是截取以前很久的电视，然后去套上客语。然后譬如说像小朋友他们也在做客家的卡通，对小朋友，我记得有一个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系列啦，我记得是这样子。包括我们现在上电影院，其实他也有一个特色卡通是客语的。好，那我是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其实可以更用心一点。那其实当然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是，其实大家认为对现在客家，以前都说客家电视台没有办法运作的好，是因为里面董事没有客家人嘛，可是现在已经有了嘛，所以我们希望说真的像他里面有客家人，真的能不能把客家电视台整个素质带起来，不论是戏剧上或者是所谓卡通上的向下扎根，对于小朋友的语言基础等等，其实都希望看到他能有所成长啦，好不好？补充一下哈，其实我这个我觉得还蛮那个心有戚戚焉的，就是因为我过去在这个原民台服务，其实立法院每一次动或是删原民台的预算，我们都觉得痛不欲生，因为一个电视台哦，我举例来说，公视的预算我印象中已经是10亿到12亿。可是原民台大概只有3亿，而客台也差不多4亿左右，所以其实不管是原民台或客台的预算都非常的拮据。那我们看到这个说要动原民台预算的时候，像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提，因为我们了解说再怎么样哦，就是会造成当这个从业人员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经营已经非常困难。所以我刚才说可是的确委员们有看到一些营运的这个问题，所以能不能我们不要动预算，可是主委可不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现在刚好是一个转捩点，包括这个客家公广集团的概念要提出，然后我们也期待客家广播电台明年就要上路，能不能简短的说明在我们接下来这4年之内，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执政的情况之下，建立一个很健康的客家媒体的环境呢？好，黄委员，我责任很重大，我再讲一下好不好？那个李主委，你客家电视台如果有客家地区，刚刚譬如那个我们那个行企的活动。或是哪里有活动，你们就替他们义务的广播一些，那个坐在哪里有活动，哪里有活动，让客家庄热络一点呐、啊。好，去店面来吃。好，我觉得这个里面到客家村里面的活动去绕一绕，走一走，也能体会得到客家的文化精神在哪里，好不好？那你综合答复一下，他们各位。好，
好，谢谢哈。这个对于客家电视台，对于客家庄哈、客家地区的一些活动，当然是一定要加强报道，要不然它就不能成为客家电视台啊。好，第二个就是刚刚是委员提到的有关于法制化哈。那么我们预计就是先从母法哈，就是客家基本法，那么预计年底以前哈这个完成，然后明年初哈提到立法院，这个通过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朝基金会设置条例，也希望在明年底以前呢、能够完成基金会的设立。之后呢哈，那么看看跟公共电视的关系啊，到时候再来哈，这个但是制作资源的整合哈，其实是都可以在一起的哈。那么我想对于电视跟广播啊，都会成为一个独立哈自主的一个整体了。那个时候对于我想这个除了体制上它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以外，当然对于本身节目啊哈各方面的要求哈跟制作方面的精进哈，那么我们会继续来督促来努力了。各位委员啊，我是建议这样啊哈，这个一共传播行销推展的是6.44亿啊，大概委员大概提的都是冻结10%-20% 的最多啦。哦，那我是当然 ，Cross 委员说尽量不要冻结，但是这个事实也很大，6.44亿，那我就提案说。在第六幕里面冻结40%，啊，就20啊，我怕大家睡着了啦，啊，那冻结40%啊，经过20。嘿，我来冻结40%。说选票嘛，冻结10%，将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好不好？第10。啊，咋吧？我讲你快困去啊，好不好？好，我们第六目冻结10%，将专案报告后委员同意使得动之。那继续我们讨论，第七节，第七目就是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与营运，总预算是3,5,935,000，啊，南部的多少？啊，苗栗的多少？啊，你把委员的提案统一说明一下，好不好？主席，各位委员，很感谢我们用最简短的方式跟各位委员做报告。那有关于各位委员所提到的7-1还有235有关人数的部分呢，我们跟各位做一些说明。其实现在的确我们是把更深入的结合，现在我们是用团队啊去跟更多的团队来让他们了解客家文化。那今年呢有1385个团体啊进到两个园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会跟地方结合，刚刚讲到航局，我也跟委员报告，我们跟水土保持局跟农改场一起合作，那我们做了客家诗人在那边做文化推广，这个部分得到很高的效果。那其他农会该改进的地方，我们会跟他一起来合作。那再来一个就是有关于讲到加班费的部分，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在105年的时候没有编足，是今年呢比原来106年只增加40,000元，而且是经过行政院人事总处已经核定了。那再来一个出国案的部分，也跟几位提案委员有做报告，这个部分是根据学者专家建议我们到这个生态博物馆跟民族志博物馆呢，北欧这两个国家去做一种了解跟国际上将来的一种接轨跟合作的可能性的一个探讨哈。那这另外就是针对于这个其他有关于说整个园区如何精进的部分呢，我们除了刚刚委员所交代的我们通通把它记下来以外，我们会跟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跟相关的这个学术单位呢，包括三所科院还有包括像高雄的高师大者一起合作，这些部分呢请委员在相关经费上再给我们指导跟支持。以上说明。各位委员对于我们的地区目啊，各位有什么看法？赵委员这边是冻结500万，3,5,000,000的地方。那我因为
我对客家思维比较了解了。我们的人员的第七目第一节人员维持，第二节基本工作，行政工作维持这边呢、啊，我们都，因为我晓得那个地方非常大，确实他们用的人啊也非常的精简。那第三目南北园区啊，营运及设施管理里面是2,9,305,800元呐、啊，在这边呐、啊，我、看起来好好的加油努力的，冻结15%好不好？好、哦，安尼的，啊，啊，怎拍呀？我只有按要冻结啊。啊，两亿交接啊，好，我们冻结好10%啊，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只有在那个南北园区营运及设施管理2,9,305,800那边冻结10%，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七。7-5案了、啊、哈。通过哈啊，那冻结10%啊，经提出专案报告，好、啊，同意后使得动之。啊，你提取木料啊？这个要是这个，黄委员的这一边呢？黄委员那个国外考察的那个，同意了哈、啊。好，啊，你预算审查完毕啊？还没有。我们再继续讨论了委员提案通案一啊，陈其迈委员啊已经有动，他是冻结2,000万，好，可以不要处理对啊，我要问一下啊，黄委员呢，28亿冻结，我们后面都有冻结了。这嘛是你讲第几啊？通案一你也通案二，嘿嘿。我们各目各节都有，哎，最前面。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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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同案在赵委员一样啊，哈，啊，不处理啊，哈，已经有那各目各节都有处理的，好不好？来，按你过来。主决议。陈菊迈委员，好，好，主决议七的话撤案，哎。那个主决议的第一个案哈，他写到说什么旧政府干什么？我觉得如果现在再写这些字出来，我觉得其实以为不可，是不是把它改成针对原有中长程个案计划进行滚动式检讨，把那个旧政府拿掉？对，新旧的时候都要去承担的，好，好。表达啊，你说105年度，啊，撤掉了哦，对了对了，这样非常好。这个本来就要求，啊，要处理。啊，主决议第二案，那个李经委员，你嘿。书面报告，两个月书面报告，这有没有问题？啊，有了，好，那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通。哎，主委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个主决议第二是。第二。哎。OK。OK， 好，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两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哈。好，好，谢谢。第三案，李经委，你的提案。对。我今麦讲的，咱拢专案报告，我们。书面报告你就要快一点答应。好，可以，哎，没有问题。啊，第四案，嗯，好，给，好，好，这个书面报告你还要再充实就没有意思了。OK， 好，好，好，没问题。好，第六案，
第五案啊，提交书面报告，再增加一个书面报告。李委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第六案，我的提案还有黄委员的提案，哎，这个没有意见的、啊。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你应该要更努力啊。OK， 好。啊，好，赵元案通过。嗯，好。啊，好，单决枪。啊，第七案车案，好。啊，第八案，好。OK， 好，好，改为书面，好不好？没意见。哎，啊好。啊，第九案，哎 ，Class 你的提案。OK， 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赵元案通过。好，好。好，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客家委员会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完毕，凝聚审查报告函入财政委员会。啊，关于讨论事项第三案及第四案，客家委员会近三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捐会报告表。哦，共四件，还有客家委员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汇存表共四件。请各位委员对第三案及第四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整理备查，分别凝聚审查报告，提议报院会。休息，10月23号星期三早上9点见面，继续开会，谢谢大家。